可以哎，大家上得很亢奋吼，看到一群人伫遐继续伫遐讲，未煞呢？抹、嗯、油、擦油，无啊？哈哈哈，刚接壤，如假包换。哎、嗯欸，上过我 <laughs>、嗯，上过我那个台湾史解码的，请举手。 好，请问没第一没有上过我台湾时间嘛？直接上高级班，请举手。哦嘛没救呢啊！你这样跳着上可能不太容易懂我讲的哈。但是我一来第二个波吉卡，来赶快就坐啦。我要开始讲了哈。大家愛没爱困哦，好像很亢奋的样子。 这这堂课没爱滚，来，那马上就开始好了。第一章，不讲故事了哈、哦，需不需要讲笑话，不用。有一个有一个病人哈、哦，脉光病人啊，我杰人情况改你细啊哎，这真的是有这种医疗上有这种症状哈、哦，就是有一些人的头脑膜地方坏掉哈、哦，他会觉得他自己死掉、哦。 过去有这个症状哈，你们上网去查，知道有真那样的人。奥杰朗仅仅成功隔离系，虽然他活着哈，他觉得他自己死掉了。啊，旁边人讲没啦，你都活好好啊，无你唔是该讲恭维，讲没啦我死啊。啊，几个人就认为他有点怪怪，对不对？所以他要去看什么心理医生。就那个心理医生就跟他闲谈很久哈，讲吉固啊，最后总算双方同意一件事情，什么事情？ 可、就是他们都同意一件事情，最后医生说服他讲：“吸氧没流血，死掉的人不会流血。你知道为什么吗？<臟>死人没流血，哎，对，心脏没有在 pump 之后，你堵落去了还是挂落去了，那血没流出来，因为心脏没有把它推出来嘛，啊、停在那边嘛，吼、哦，啊，你知样啊，啊，所以那病人也同意这，好好好，啊，医生说这样我就做实验喽，哦，啊，这样尖甲你对你镜头甲堵落去，那血无流出来，表示你啊。” 是啊，安、啊、然的捞出来呢，你活的嘛，这样就好了。就最后他们都同意，他、啊、说好，我们来做实验。啊，医生就拿针的这个插落去，哎，阿、啊、慧的捞出来呢。照理说，你听到这个的时候，那病人应该同意一件事情，什么？他是活的嘛？结果这病人看到流血，跟我讲，哦，原来吸囊麦劳慧。<laughs> 有没有同样的 answer？结果他的推论的结果是 the opposite，完全相反方向。同样的哦。 我我们现在把法理跟台湾人共哦，同样一个 facts 事实放在那边，可是大家推论的结果是往相反方向去得到结论哦。还一个就是，哦，嘿，对吧正常的推论是不是？好啦，那大概知道哈、哦，大家醒一醒啊哈。来下一张，麻烦你，来把这稍微放大一点，可以啊，不行不不行就算了。这是什么？你看，你看，你们都完蛋。 哎，对呀、啊，对呀、啊，哎，这个人反应很快，这个人反应我是上课这么多次，呃，对对呀、啊，可是照面积来讲，天空都很大，对不对？碧海嘛，阿、啊、你都偏偏去讲红来，哎，这很奇怪，你们看到的面积比较大是蓝天碧海嘛？还有前面这个这个台子嘛，就多哎嘛，背一些个呀，奇怪，可以注意往来哈、哦，所以你们已经被设定好去看特定的东西呢。你每次看一个图像，你都去扯一门物啊。i identifiable。 就是可以被认知、马上认知的东西。哎，奇怪啊，这就是被设定好了。我们的思想都被设定好了。有上过台湾史节吗？我讲过袋子的故事嘛，对你、你、有没有上过我台湾史节嘛？没有哈、哦？有啊，我有上过检查袋子的故事吗？没有啊。啊，你在打瞌睡哈？没关系，我再讲一次。<laughs> <laughs> 哦，好好好好，有人没听到？OK OK，那我再讲一次好不好？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德国哈、哦，他们那个，诶、欸，战俘营，德国战俘营关什么人？不是啊，犹太人关集中营啊。战俘营是关盟军嘛，啊、哦，因为德国人跟盟军就怕嘛。啊，你也建输输给德国，你都要我们关营嘛。啊，盟军来有可能有英国，可能有法国，可能有美美国人嘛。啊，英国来的来的底了，法侨都设岗哨，你知岗哨一样，都卫兵徛遐啦。 啊，卫兵起来也是被重伤惊来敌人讨走出来啊。但是德国例外哦，为什么？因为德国那时候战争到末期的时候哦，物资就欠的，啊，划多爱划靠来敌人哦，拢有一顿无一顿。但是多爱给的战俘营里面的人哦，因为德国人想把这个当做样板给世界人看，说我怎么照顾战俘哦。所以住在里面的人每天都有三餐吃哦，暗们想给有宵夜。啊，因为这样做哈、哦。 所以很多德国人想说啊，我归起起来的，夹它喽。啊，那揣了纯属蒙就还揣，啊，家人可以吃嘛，对不对？所以外面的站的那个卫兵是做什么的？防止德国人进去里面偷食物出来嘛，对吧？啊，刚好这里面有个卫兵站在门口，他有一个好朋友在里面工作，啊，每天他都会看到他的朋友经过，然后他说袋子打开检查嘛，对不对？他对每一个人都一样了，袋子打开看看不啊，下一个袋子打开不下一个。 哎，检、啊、查久了，伊都，哎，这里面这个小朋友，哎、啊，不，伊个后朋友讲，哎、欸，咱做主持人做起来大汉哦，你是无所不偷的人呢，啊，想怎，我们要间隔个检查拢空诶啦，间隔个检查拢空诶、啊，哎、啊，伊个好朋友就跟他讲说，你别再跟人讲哦，我们是好朋友，你不要讲出去。哦，别别别，我不会讲，你告诉我好了。我一直很纳闷呢，他讲我偷的就是袋子。哦，以前你袋子干咱即然收高楼也无敢管哦。 他是偷帆布袋哦，帆布袋这么几卡能清三清六五嘛，对吧？啊，每天偷一个，一个月下来多少十万块呢？十万块钱再去买书不会啊？你知道那意义吗？他他每天都检查袋子嘛，他刚少只有射进出没有射进，没有检查进来的嘛。他、啊、为什么这样设定？他、啊、为什么只查检查袋子里面不检查那个袋子是不是他的？因为长官命令的嘛。 长官命令他说：“检查袋子里面有没有带食物，当然就设定好了。所以他只注意那件事情，那件事情以外的他看不到了。还在不？现在知道吧？哈，这头脑急长在台湾人用便宜嘛，用设定题目嘛，对不对？你没有设进来的，也没有只设出去的嘛，啊，也没叫你检查袋子嘛，只检查特定的东西嘛。所以你的议题被人家设定掉，你专注力就专注在特定的事情上面。啊，你过去的教育各立各注意的的，现想多了呗。” 左下方的东西，会注意往来嘛，啊，其他你都看不到嘛，除非我提醒，或者有一些特殊人物思考跟人家不一样的，他、啊、就会注意到其他东西啊。大部分人都会注意往来嘛，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注意往来啊，啊，台湾的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去注意选举啊，都去投票啊，无讲无想讲，规官拢用官照啊。他透过选举，被台湾人设到他的系统里面啊，啊，好跟美国讲说，你看我们都有民主选举啊。 所以这个国民党体系就要就地合法了。人民支持我，啊谁知道？谁知道人民都给我们便宜啊？因为议题被人家设定了，啊，就走进他的议题里面，就卖被出卖了，不知道了归官用得着啊。啊,啊，我们给你教育，我等于要还六七千台币。哎，说要执政哦，你们这些人，on your stage right now，在你现在的阶段哦，可不可以马上接去,去去面对这些事情？我靠，国民党勾搭起素人哦，的确我们是素人，没有错啊。 怎么透过这么简单的几堂课被给带来上黑位，马上接掌政权呢？没简单呢，所以我们会有这种课嘛？叫做今天这堂课叫什么？艺术节嘛？哎、欸，你不觉得很奇怪？政治就讲政治的，后拢把起政治法律都安的后啊，相会讲艺术，没有台湾人提升水准呢、啊。台湾人水准没高了，秘书长不是在我们的网页颇文嘛没有品位啊。 当然没变啦、啊，现在没变，叫流氓政府搁搞出来，搁加害啊，知道吗？每况愈下，一段阶段，哎、啊，都无追追来，个靠高高处追的人出来，他设定的议题都是这些没追的人设定，你当然跟着他走啊。除非你有幸出国啦，去接受不同的系统教育再进来，你在系统里面是不会改变的。虽然很细没有的系统以外的教育啊，艺术人当时。 好好上过艺术史的课，明白吗？你的美术课都拿去上数学、物理啊，数学课啊，干不起，都牺牲掉了嘛。不是全人教育、啊，片面教。育，为什么？这块囊出来就变成罐头，适合在工厂里面使用。啊，维维斯诺，啊别去想代志。资源回收人，还记得资源回收人吧？哦，好、啊，很好。资 <laughs> 源回收人总还记得吧？没有忘记吧？哈、哦。OK，这些往来没有错。我今天要讲往来，下一张。 他说：“我是画画老师哈，画画老师的话，我有一堂课叫做跳跃性思考。我好理解得往来没有？这个是一个学龄前的小孩子画的，他、啊、不到、哎、好像是中班，他画的时候中班。啊，这个已经十五年前的了，他现在已经是博士后研究数学系的高材生，在外国念书哈。啊，当时我看到这幅画，我吓了一跳我說，哦，这天才！我先跟你讲，我作业题目就要跳跃性思考。我先给你一个物件，你要按照这个物件去想，它像什么。” original 第一个就是画这个，那、啊、第二个就是跟这个跳一个东西想，把它画出来以后，第三个根据第二个这样一个下去，所以对啊，那来看啊，根据这个题目，你们请问这,裡,沒這,、喔欸、這里面有几个凤梨？他画了几个凤梨？这二十分钟之内完成哦，嘿，拜托这幼稚园中班，我也应该看五吧？啊，这个过啊贵来要来，给你们十五秒钟之后我开始问，十五秒看快一点哦、喔，人家幼稚园中班的哦、喔，要拜托诶。好，开始问。 认为只有一颗的橘子，敢来一粒，敢看到一粒红来的请举手。哎好，请放下。看到两粒请举手。看到三粒的请举手。看到四粒甲四粒以上的光请举手。哦好，请放下。好，现在我只问，大家都同意看得到的那一颗是这个，没有没有不同意见嘛哈？哦,哦对，这一颗嘛哈、哦，同意哈。哦 他的下一颗什么？他跳跃性思考嘛？他跳到哪里去？跳到这一颗哎，这一颗什么？看起来像什么？太阳嘛，对不对？啊，凤梨怎么变太阳？啊？黄色跟颜色没有关，跟形状有关。啊？哎、欸，圆的东西很多，它不是它它它不光是画一个圆圈，它旁边刺刺的对吧？黑豆棋，哎、欸，从刚才谁讲的？ 没有，这想那框内框出天太阳出来，啊，么不怎么看，凤梨怎么变太阳？啊，对对,對，从上往下看，上面叶子对不对？从底下往上你比较大嘛，吼、哦，从上底下往上看可以啊，这个是 one of solution。那你要框没？知道吗？凤梨从下面往上看藏出来的，吃出来的叶子就是变这样子，啊，下一个是什么？ 诶，你还不错、哦，你是数学系的吗？你高中生而已，哦，高几？高一,高一啊，不错，你的数学应该在学校成绩不错哦。你看，你看，我跟你讲，我教画教太多年了、哦，什么人看得懂什么，他就哪一方面专长。来，你搞不好几何也很强，哦，对不对？几何比代数强，对不对？你看，你看，我都有的足人尊尊。来，下一个是这个，我连他成绩都可以讲出来，他以后功课是什么？你语言方面比较弱、哦。 看，<laughs> <laughs> 来下一个是这一个，这怎么看？你、欸、刚才从下面不切不切，刚才是从下面往上看，对不对？现在从上面往下看，变这个样子，没两孔，因为们来嘛。他画靠好像，啊，可是你看到这个，他画的是什么东西？时钟，对不对？为什么看出来是时钟？因为上面有数字，啊，数字是从一写到多少？ 二十七嘛，对不对？他、啊、为什么写到二十七？因为他学零钱嘛，他不晓得一天二十四小时嘛。更何况一天一定要二十四小时吗？你有没有问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一天为什么二十四小时？为什么不是二十八？为什么不是三十小时？为什么不是一百小时？修给是谁规定的？啊，为什么一个小时六十分钟？为什么不是二十四分钟或十二分钟？为什么不是一百分钟高厚？高考生 那去修嘛，很多事情不要 take for granted，好像说本来就是这样，逮弄嘛呢，所以我嘛呢，所以贵几的逮弄啊呢呀？啊，为什么每一分钟六十秒？啊，时间什么时候开始？啊，为什么时间都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时间的节奏为什么是固定的？其实时间怎么不倒过来走？嗯、啊？为什么不能回到过去？或者提前到未来？不行啊？为什么？时间是什么东西？哦，这是很悬哦。我问了几个问题，大问题哦。哦。 大在问哦，来，没有，这不是今天的重点，这是时钟，然后时钟上面有几根针，三根嘛，顶多嘛，你看过最多三根嘛，时针、分针、秒针嘛，啊，他画那么多干嘛？哎，这小孩子很聪明，他做一个动作有深有浅，表示是什么？他在动，哒哒哒哒哒哒哒，厉害不？厉害不？哦，这天才哎，中班呢，啊，然后这个的下一个是什么？在哪里？来，根据前面的逻辑，下一个是什么？ 我跟你讲啊诶，有人要讲，诶没有听，没有跑掉，还是在这个。可是问题他加一个东西让他改变，他是放了一个叉子在这边，变披萨，好不好笑？看起来像不像披萨？哎，真的很像披萨。我问过那小朋友，他说披萨。哎，我跳吧，从时钟，然后又跳到披萨去，然后画完这个又跳到哪里？这时候这个小孩子不讲话，说老师我要借一把尺，巧了哈。哎、哦，我就说韦恩来。 凤梨上面有一条线是直到要用尺来画，没有吧？他跟我借一把尺、欸，我说哎、欸、奇怪、啊，但是我老师很特别嘛，我说好就你巧，不到几分钟他画出这个东西出来，厉害哦。哦，我刚才讲说这个根据这个，这个根据这个，这个根据这个，然后这个就根据这个哦，啊怎么从这个跳到这边？哎、欸、是没有错啊，他他从形状上怎么看呢？数字只是一个 hint，一个。 Indicator 一个指示，说你可以这样解读。我跟你讲哈、哦，这个就像一个轮胎一样，一滚的时候拉开来了，数字一二三，然后叶子就在内侧，我厉害不？我看到这个有说天才，我看到吓一跳，哇！我都遇到天才了。啊，有的老师说徐老师，你解读太多，你用大人的想法套在小孩身上，你羞羞这样了。同意这样的举手。 包括我没有想太多、哦，你看他的暗示在这边。那时候他画两个，我先不讲哦。这个画 tape 了，tape。以前十几年前还有 tape，你知道，就转的转转，有一条带子在跑的那种。啊，另外他用了这个，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啊、汽车对吧？谁讲汽车？啊，汽车下面是什么？汽车汽车跟轮胎是在一起，没有说汽车下面是轮胎。汽车下面是什么？马路嘛，对吧？啊,啊，他画了一个什么？不是，呃，轨迹。 Track track，就是你车子在走的时候，下面又是不是有轨迹跑出来？啊，就把这个联想到这个汽车的轮子在动的时候，是不是就出来？有没有厉害？从三度空间的分里加上时间变四度，又拉到一度，大概天才，不是天才是什么？我赶快跟他爸妈讲了，上次狗了，卖上一台，卖哪一不要留在台湾，给他爸妈生股市，就后给，给就后给台湾糖，就进了小学以后，小学一二年级以后回来以后怎么样？ 画的就跟所有的小朋友都一样，画很像凤梨的凤梨。我叫他画凤梨，他就画凤梨，他的想象空间都没有了，不画了。啊，我问你，同样这幅画，他交给老师，哦，老师说啊，画完收起来，你认为他会遭受什么待遇？哎、欸，小学一年级，你进入小学，老师叫你画凤梨，阿、啊、你卡他丢交出去，对吗？交出去他，叫去罚钱呢。 叫你到旁罚站，你在干什么？老师叫你画风你在跟我开玩笑？罚站，打手心。现在不敢体罚了，但是成绩给你很烂，对不对？老在混蛋那边啊！哎、欸，天才的东西，到后来到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面，给我们的老师教出来是变什么？变蠢材呢？变傻瓜？叫你到旁边去罚站的呢？如说放牛班呢，半胡假操呢？被我们的老师教育？ 我们应该是受教育是让我们越来越厉害嘛，对不对？让我们才能得到发挥嘛。结果我们教育是把你压抑嘛，把你压在掉了嘛，让你只能有一个出口嘛。过去念考考上大学这天不顺的，咋怕人呢？咋怕村内高，咋怕招对？半股假钞啊，谁在力啊？尽在力己啊！啊，就到烂学校去混啊，每天就混日子啊，过日子啊，啊，进社会啊，都像那样、啊。这就是咱过去的教育系统啊，用科技啊，科技管答案呢、啊。 读掉些答案，出那种不是答案的嘛？对不对？所以那人家上帝有狼，就那样糟蹋嘛，没错吧？这个小孩子后来是天才呢，他后来考上师大数学系，然后后来就出国留学。为什么师大数学系？因为他其他科不好了、啊，历史、地理、国文不好了，啊，就像他一样啊，啊，结果是数学天才嘞，所以他一出国，整个人就发扬光大，哦，就弟弟冲冲上去诶。所以我讲过，那那教育不叫教育嘛，是糟蹋的嘛。 赶紧找他了。虽然咱那这一們們家在座各位，我认为都是 can't boy。为什么？第一个你听得懂法理，第二个你又愿意来上上课，表示你的判断力对真真理的判断力是很准的嘞。啊，你们在座那有几个是台大毕业的？有几个是建中、北一女的？还是台南女中？还是雄中的？没啊，没有啊。有的请举手，让我知道一下。有几个是台大毕业？啊，你想，男女，台南女中，台大。OK，你看只有一个。 啊，村内东西，啊台大跟剩家人都坐在一起，表示什么？我们都同一个水准嘛。打 <laughs> 雷都是可以上台大的水准嘛，<laughs> 没有错吧，孩子？什么戏？生物科技，好，很好。OK，那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会 amaze 这个人，他的头脑为什么可以在不同向度里面，而且在中班呢？而且跳来跳去、啊。我就考虑到一件事情哦，来下一张。 我们的教育系统是这些人在教育的时候，我们到底在接受是什么东西？诶，这个有看过的人请举手。这种东西有看过？Ever 有看过这个东西的请举手。没有吧？哈、哦，有的话我也跟你又又让我日文叫 Big r i s d 就是吓了一跳。哦，如果有看过的，我跟你讲这是什么啦？我我后来出国留学哈、哦，我在美国东岸那个长春藤学校念书。 我们学习末了的时候，会有那个他们叫做 critics，critics 就是艺评家会来批评你的作品。那你要 d e f e n s e 你 u work，就是你要 d e f e n s e 叫做什么？辩护你的作品。然后这些艺评家就坐在下面，啊，你的作品就放放出来给人家批评指教。然后我为什么讲到这个哈、哦？是因为我刚才讲到教育是控控制在老老师手中嘛。那我就要讲一个跟这个有关的故事，就慢慢讲。先讲我的背景，然后这时候哈、哦。 这样讲好吧，在这时候突然有一个日本教授，我作品拿出来哦，他突然站起来说：“哎，你这个 James 啊，你没有去过欧洲哦。”我那时候就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哎，好像听到外星语一样，听不懂什么叫我没有去欧洲。我现在不是在讲我的作品吗？这跟我们去欧洲什么关系？哎、啊，为什么你看到作品就知道我没有？哦，实际上我真的还没有去过欧洲，我真的是没有。可是为什么大家看得出来？你给他看我的作品，就好像你我刚才只是看你。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就知道你数学好，我知道你中文不好。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判断？我有解读的能力啊。你们遇到有些事情，你没有解读的能力啊。就当那个小学老师对小孩子的天才没有解读的能力啊，受限于他的认知啊。啊，如果是一个好的老师，他就可以判读啊，就把对的人拉出来啊。这就是老师做的事情啊。啊，之前易评家也是看到你的问题，他可以指出来啊。 所以显然，待会我会讲为什么他们这些比较 advanced 的国家的人，为什么可以解读我们的想法？啊，我再慢慢再讲下去。后来我的登记，我马上打电话回家给我妈妈讲说，今天被这几本告训、哦、我说要闹开去。我讲绕开去伊阿我们不要去去欧洲，因为那个学校、哦、所有的人都去过欧洲了，因为长春藤、啊、那算名校、啊，然后大家都有都有去欧洲玩过了，至少都有去游学过。啊，敢老外我从台湾来，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妈说：“啊，我这个暑假你一个回来，我把你送到欧洲去。”啊，就那个暑假我就去欧洲。来，下一张，我第一站到这里。我那时候要去欧洲，我在想一件事情。哦，那时候台湾人就在一个 o g v 我说我不要参加那个采购团，我要参加那个比较有里面有团员比较有水准的啦。我想那潘先生的广告靠水准，我就看到有一团是台南一个退休国小的老师，哦，一团去。我说啊，跟这个就对了。他里面不是师专嘛，就师大毕业，对不对？ 至少也教了一辈子，应该很厉害啊！好，就跟他们去。啊，我们第一站就到这里，这里是哪里？啊，有没有人知道？梵蒂冈？哎、欸，你还在？你是天主教徒吗？你是不是天主教徒？没有哦。哦电影上看到啊，看《罗马假期》嘛。奥黛丽·赫本。<laughs> 沒有我这种猜的啦，我猜都知道你是。这梵蒂冈没有错啊，在在哪里？ 在意大利的罗马里面的一个另外一个国家，它是一个国家，它、啊、跟意大利里面有一个国中之国，叫做梵蒂冈。梵蒂冈在教宗最近不是来过亚洲吗？你好、啊、像都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是不是来亚洲？他、啊、到哪里？有要讲访问韩国嘛？哈、哦，啊，这个是这是什么？这栋是什么？这是梵蒂冈里面的什么建筑？啊？哎、欸，谁讲的？啊，对对对，圣彼得大教堂 （St. Peter's Church）。 那、啊、你看，这是在什么时候盖的？你知道，十六、十七世纪到十七世纪，一百二十年之后，巴黎在你间对一六多少年开到一七多少年？啊，你看这个建筑，那时候没有钢骨结构，没有说做钢筋然后再弄，都是石头堆出来的。石头堆出来里面天花板要怎么办？要靠力学哦，这样撑撑撑撑一个拱拱顶哦，一个拱门，力量这样堆出来的，弄了九套呢。 你用水泥去粘那个大理石，粘不住的、啊。拜托、啊，弄到气气管呢？我跟你讲，这里面几层哦，三层楼高啊！几层昂啊，上面这个十二个门徒，每一个拉下来就这么高，这么高。你看人，这个地方是人的高度，然后这边变成一点，那、啊、就知道高度啊。下一张更清楚。来，有没有看到？哇、哦，这个人的高度啊，这个雕塑的高度对吗？是不是三层楼？啊，这个每一个都拿到上面去放，不得了哎、欸，每个雕塑。 是沙站老馆，阿哥，咱办个还管呢，amazing，对不对？好，我们看内装，我们向外面，我们走进去看，来下一张。好，从上面往下看，我们刚才我从不同角度给你们看东西嘛，哦，从上面往下看也很漂亮啊。再下一张，哦，在里面，十六、十七世纪的人哈盖的房子，到现在你看富丽堂皇、漂漂亮亮的，因为没有电。 以前没有电嘛，哦，所以都用自然光打进来我。我睡哦，大理石地板，白白白。我那时候有讲过，我说我们主城两个道，马路从来没有平过，对不对？最近才有说路平专案嘛，台北市才做得到嘛？为什么拖了六七十年都不好好做呢？下一张，我们在这边抱怨，他们都会说：哦，你看往上看，多少漂亮的東西。哎、欸，你觉得漂亮吗？我、哦、看到这个不光是漂亮，你会觉得。 起了敬畏之心，对不对？就、oh, 哦，awesome 啊、oh,，好伟大哦！啊、哎，这就是这个教堂盖的目的，它让人走进去看到那个伟大的场景，就起了什么敬畏之心？敬畏谁？敬畏宇宙创造者敬畏上帝嘛？它就是这教堂的目的嘛？啊，你看了应该很感动，对吧？啊，你知道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在哇的时候，旁边跑出来一个声音，这样不行啊！跟咱导演比同赶快呢，可大声的啊！ 哦，oh, 我听到是脚瘾哎，你知道我整个心脏快跳出来。我说，卡、啊，怎么会讲这种话？我在一下睡姿，你怎么会这么樣、啊？后来我就想起，马上想起一个字，叫什么？糟蹋。你刚糟蹋，糟蹋你知道吗？糟蹋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本来是在这个位置的东西放在这边嘛，对不对？女生很漂亮，嫁给一个牛粪嘛，对不对？鲜花插在牛粪上就糟蹋了嘛，对不对？知道这个意思吗？什么叫糟蹋？就是把。 很高级的放在很低的位阶嘛，把它 put down 啊、哦，呃，还有其他字，来下一个字，来下一下一张，trivialize，啊，make something unimportant, less important or significant or complex than it really，is 比它真正应该有的更简化、更微不足道化，哦，这样糟蹋。 现在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这接下来这接下去欧欧洲旅行怎么办？果然没有错，欧洲继续旅行下去。下一个来，下一站来到奥赛美术馆，奥赛美术馆，知道人去做，在法国，奥赛美术馆，奥赛美术馆，不是一个大个也奥赛哈，叫奥赛美术馆哈。啊，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一进去，我就很期待啊，我就想說哇，可以看很多范画哦，像莫奈啊什么那些名画、啊，结果。 一进去没多久，那个团员都不见了。我咦，怎么四下无人？我不管他，我就继续看。我看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后，就走到 gift shop，就是礼品店嘛，对不对？啊，还顶老师的贼呀，在那边喝咖啡。啊，徐老师啊，那一下固啊，啊，问叠加林加啡啊，我讲什么一下固，我得看图啊。哎、啊、呀，干货会正常？问叠加垂林器林加币。我说那個图不用看吗？有啊，那个 book store 那个 page 本都另外来有说明，还有图嘞。哎、欸，你不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吗？ 奇怪在哪里，你知道嗎？你如果觉得不奇怪，你就完蛋了哦。因为我们是要去看原作嘛，对，啊，看真机嘛。啊，对啊，那我在台北成品都可以背得啊，我不是做广告，随便书店、车店可以背得货啊，喜欢找个家。对啊，啊你，你就你就吃吃了一顿很贵的下午茶嘛，对不对？坐了飞机跑到喝一个下午茶回家嘛，啊，就买了几本书嘛，不对吧？你来这边是看原作嘛？就自己老师，我怎样了？ 因为他以前都是被假的东西、复制品养大了，现在看到真机吓了一跳。就像我们在做几个宅男，每天都看网络美女，看习惯，看到真的女的吓一跳。哎、欸，这三 D 的，我还会流鼻水，对不对？还要帕卡酒，每天还要洗澡，早上起来嘴巴还是臭臭的，对不对？这是真实的美女啊！真实的美女是会变老的啊，是有衰衰变期啊，有最漂亮的时候，是这样的。这是真实的人，你可不可以欣赏这种美呢？ 这种会变化的美呢，是不是老了你也看得还看得到美啊？诶、欸，对我们现在才男看不到呢？为什么？因为他被这种东西养大的嘛，被网络的影像养大的，他面到真实世界他不能接受了。诶、欸，这惊害呢。贵几代人嘛，那种 gay 族了养大的，呢，看到真实的法理的时候，刚拒啊呢，他就是否定他嘛，不不这跟他在一起，你卖二百讲我一样还在一起，对不对？你现在遇到就是这个反应嘛。可是我们都有逻辑。 在座各位都有，所以听到我讲话听得懂，会笑，表示你们 response 是正常的，normal，他们是不正常的，比较求也是不正常，为什么就觉得很奇怪？哦我就这样想，哎，对不对？现在知道吗？我我现在在慢慢给你们解析这些东西，但是我是老师，我不能就是这样 criticize 他们，就把他们丢到一边嘛。哎，其实当中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师，也也很有趣哦，他女老师，她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这样，其中一个，她刚到法国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说，哎。 我台湾带来的衣服都不对，因为颜色跟这边的环境格格不入，所以他马上到一家精品店里面，衣服都换光了，再走出来，包括鞋子，他、啊、这样觉得比较舒服，啊，结果后来他回台湾的时候，一下飞机场又不对了，那是法国的衣服，在台湾北哈，你看他多敏感啊，他对 fashion 流行的东西、对颜色、对环境跟他的互动非常敏感，哎、欸，我敢讲哦，漂亮的城市自然人就会穿得漂亮。 丑陋的城市打来的欧背情，没错吧？你一个城市盖得像东京或者大阪那么漂亮的时候，像美国那些漂亮的城市，人自然就想穿漂亮的衣服，因为这样跟你的环境可以配合。啊，那请很漂亮的衣服，Prada 走在路上，欧多巴要卡给 b i a 去 a 对不对？没有气质嘛，就你就觉得我，嗯，打在叠加冲击感太起。 台湾它怎不那样？哦，日本時代很漂亮的，大家都穿。你看我的给你们看的影片里面，每个女生都穿的很漂亮旗袍。哇、哦，行材过后，因为地方漂亮，人自然美。记得这件事哦。来下一张。啊，我这样就跟你讲，这是 paradigm s h i f t 啊，先不讲这个了。哦，我我先给你们一些概念。哦，什么叫 system？系统是什么？系统就是一些元素跟 set of elements，就元素的组合，然后加上一些规则，这叫系统。 您不用懂太多，我只大概给你们递到带到就好了。系统就是这样子啊。好，下一个。那这张图在我台湾时间嘛，我讲了好多次啊啊。诶，因为有人没听过，所以我再讲一次。那你们顺便复习一下。贵去的台湾是部落形式，台湾咱这款人哈 M 一七四的后代已经来到这个岛上生存了四万年，西万年了啊。这四万年没有跟外界互动，直到最近几百年。 为什么没办法互动、啊？科技不发达啊！你在这岛上就自我就生存了好多万年，那、啊、这个怎么证明？DNA 证明，科学证据可以证明这件事情，不是我要在尽菜公共。我们不是用文化或者人类的记载的历史来描述这件事情，几万年这个只能记在我们 DNA 里面。所以那时候 Dr. Spencer 讲过一句话，讲过一句话，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written in our DNA，就是最伟大的人类历史故事是记载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的 DNA 里面。黑博士，我骗你啊！哦 那这个知道以后，后来有大渡王国，后来就是西班牙、荷兰、大清帝国殖民地。为什么殖民地？他们叫做掠夺者，因为他们资源不够，向外掠夺。西方国家就跑到亚洲，像中国就往台湾掠夺。OK，他们掠夺的目的就像什么？什么叫掠夺者？就是说的难听点哦，就是男生对女生有性需求，可是不愿意负责任，不要娶你，他就是要他要的东西，人就走了，不愿意负责任。 啊，中国对咱故霸你的占领，可是没有，从来没有把我们列入他的领土的一部分。啊，日本虽然五十年，明媒正娶，个大郎娶啊，为什么？宣布宪法实施性在台湾嘛，你就是明媒正娶嘛，你成为他真真正的臣民，他把你当做他的妻民嘛，他要照顾你们，对你要负责任嘛，都像那样、啊，所以后来才产生永久性的系统改变，就大日本帝国。 那为什么？因为这些掠夺者会打仗嘛，打来打去，最后日本人抢到嘛，他最强嘛，要把大清帝国踢出去嘛。过去大清帝国用什么方法来掠夺？他带了他的姓氏、宗教、语言、教育这些进来。一波侵价没有，他只是顺便带着他文化上的强势进来。啊，格个人的地偷得定方只有一种人嘛，叫满清的后代嘛，北部周围熬代嘛。啊，受到他们这两百多年这种文化侵略影响之后，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变得，对吧？变成一衣官人。 其实也没有汉人这个东西，因为他没办法给科学上的定义。拥有这种 DNA 血统的人，或这种基因排序的人，叫做汉人，定义不出来。为什么？他以前就是杂种嘛，他就不同的人种在里面混的。上过台湾史节嘛，才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哈。要不然熊永添，哇，中国人是杂种，他都无恙嘞哈。OK，知道了吗？啊，现在就暂时系统转换是他们的。哦，那我们透过这个把他们弄出去。哦，现在不讲这些太多，那是台湾史节码的部分，下一张。 我今天是要讲艺术史，那这我是老师，所以对于这些老师老师们退休老师们有这种反应，我也觉得很沮丧。我想啊，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当你看到这种东西，你没有反应？所以我找出几个答案，其中一个叫做他，they simply have don't have the capacity，就是能耐，他没有解读目前眼睛看到东西的能耐。OK，他到意大利罗马，因为他以前也没有念过艺术史，他也不懂得意大利文，连英文也听不太懂，所以看到这一朵钢笔啊。 那、啊、他唯一能做就是把他记忆里面所知道的 system 想办法套上去。完，BO 打完 BO，他多少尼啊，没有错，他是在描述，他用他所知道语言描述。可是他是描述他的语言太小了，不足以描述都会变糟蹋了。你太简化人家很美的东西的時，的候啊，比如说贝多芬的音乐，他都应该嘛，叮叮咚咚，那你就完了、欸。你把贝多芬音乐形形容成叮叮咚咚的啊，那表示你的你的音乐的语汇就是只有叮叮咚咚了。 对不对？所以你听到这种伟大语言的时候，你就刚起来。所以说能能耐，什么叫 capacity？在电学上面是电容，但是在其他方面是什么？capacity 就是比如说一桌的好菜啦，坑一下啦，就合起来，但是你胃讲了那点了，你看它加嘛，加贝勒，我摘掉加了你，你没有这个能耐吃下去。那怎么让你有能耐吃下去？Increase your capacity，增加你的能耐嘛，对不对？让你的巴肚卡。大。 大都王、大胃王嘛，对吧？案例在解的那怎么增加你的能耐？下一个问题，合理的、合理的推论，下一个是怎么增加你自己的能耐？怎么样增加人的 capacity？哎、欸，其实你们现在就在做这种事情呢、欸。你们来这边上课，是不是你的能耐远大过于你没有来之前？你解读外面世界的讯息，政治上或者新闻上的讯息的能耐是远高过你进行找对西嘛，因为你有法律的基础，有这些。 不同的人从不同面向给你分析解释，他增加你的能耐。你现在能耐远大过于那些政党里面在玩政治那些人。你的 capacity increase，你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增加你的 capacity。那你增加了什么？我跟你讲，语汇。增加 capacity 的方法是什么？透过 language。比如说啦，我懂得英文、法语、日语、台语、北疆语，我的世界就比你只懂北疆语也较多嘛。 找对西嘛，因为因为你的世界是你的语言去构成的，你透过语言去了解、认知这个世界，搞不清。其他方面大家都一样嘛，用触觉、摸觉、嗅觉，那大家都一样。但是语汇也是你认知、你摸不到的世界嘛，比如美国你现在摸不到，可是透过语言你可以进入那个世界嘛，所以你世界就大很多，对不对？哀哉哈，所以增加你的语汇。可是语汇不只仅限于公维的语汇，不光是语汇，还有什么？我刚才讲那个。 美那个爱美的老师，对不对？换衣服的老师，他就有色彩的语汇，他有流行衣服饰的语汇啊。有的人有听觉的语汇，有哎，讲到语汇都行。这个小孩子透过什么方式去认知他的外面世界？吴伟良是透过什么？我跟你讲，有人透过数字啊，像他透过数字，有人透过语言，他需要 read 读啊，文字又有不同哦，有的是透过英文文字的。 在脑中所使用的部分跟透过中文图像那种语言的 system 是不一样的哦，这个学那个就知道哈。我们不同的脑控制不同区域，啊，色彩也有色彩语汇，音乐也有音乐的语汇呢。连吃都有吃的语汇呢。哎，三千块的熟成牛肉，你可不可以吃得下去？说不还不简单，还得加了底特西啊，那你就糟蹋了三千块的牛排啊。 因为你没有这种语汇，你不会欣赏这种东西啊。红酒一罐五万，跟两两百块、五五百块的有什么差？你分得出那差别吗？分不出来，你就在浪费糟蹋那个东西嘛，干不？起，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那趟旅旅那一趟去欧洲的旅行，对这些老师来讲是浪费钱，跟丢钱，因为他吸收不到什么东西，吸收到是咖啡，很贵的下午茶、蛋糕，就这样子而已。啊，村那意的不知道啊。 啊、还有杂志，对对对，还有杂志买回来，对，还要花钱，那就买 shopping，对不对？语会啦，可是语会很多种，还有什么？我跟你讲，台湾贵体就有很多小孩子，我们的教育系统不会去解读这小孩子是用什么方式去认知他视周围的世界，因为有些还小孩子是肢体语言的，他跟老师这样玩的话，啊，老师啊怎么样？不要靠近我，坐好，这边不准动。哎，可是他是用肢体在学习的小孩子，你在这样子。 的系统里面，他很被残忍的对待，所以机关小孩子就变成过动啊，给商业兵啊，给，对吧？因为没有我们教育不 accommodate 这样的小孩子，我们就一个罐子就给他套上去，你不适合，不适合这种教育，离开。或者有些人小孩子透过听嘛，所以领导另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就要用不同的方法。这种就是关怀人的教育方式，把人当人，而、啊、我们是被接受不把人当人的教育方式长大的。 在并感染，啊，他他比较 lucky 啊，他刚好就是符合这个系统就念到台大，啊，出内都不是就出不来了。可是你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的才能啊，可是被 deny 被否定掉，多可怜啊，多可惜啊。但是 again，能几办够解机你来这边就接受法理的训练，头脑越来越清楚。你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看待人的价值的某赶快。哦，就是我这样一直慢慢讲。可是刚才讲到语言，语言越多当然是越好，但是语言里面还加了什么？ Vocabulary，你不能讲说 This is a book，这不叫会英文啊？啊我你就会日文了、啊？没有吧？一个语汇里面，如果你不要超超过五千一万个单你就不要讲说你会英文或者会日语不要、啊。所以你除了讲说我会语言各种语言，你还接下去说的语汇都要懂会懂，那才叫做你 master 这个 language。那你现在你们的法理的语汇就很多了。 好多随、哦、便的人都讲，就一张合约，对不对？啊，根据什么？占领不得一占主权，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对不？哦，这能屌，就会用诶，封倒所有的东西嘞，记得这句话很好用的。好了，讲到这个以后，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decoder 解码器，比如说你这外外国买的那个不同码区的 DVD 拿回家一放，别没坏嘛？为什么？不同码区，所以你要换成解要解码区。 所以 decoder 这个东西，我待会就给你们很多很多不同的解码器，让你们看得懂现在在艺术方面的领域的东西。OK，我待会慢慢会讲啊、哦。好，再往下边走。啊，discernment 是另外一块了，那就复杂了。今天我考不起干博高，所以讲到点到为止。那就是天生的智慧、啊，这是天生的，discernment 教不来的。哦，你有 knowledge 不一定你有判判读能力啊。下一个 capacity。好，OK，现在还好。 我讲到 capacity 这个东西又有两个极限哦，两个面向是什么？台湾人共有 capacity，我们说我们有能耐，可是什么？是吃垃圾的能耐，还是吸收好东西的能耐？哦，我随便举个例子，你点起爬开来，电东西新三社微博哎啊，大家先看到夹起，喂、哎，就听到了，你就被 attract 被吸引过去，表示什么？你的语汇是属于这个领域的。 所以你有吃垃圾的能耐，不要讲说台湾人没有能耐，很有能耐，但是是讲脏话、往低俗的方向的能耐很强。因为看到黑地头 e r 就是 attract，摆这种东西。啊，讲到法理啊，大家就哦，这什么东西啊，看不啊。台湾人听到法律的规矩啊，啊就否定，所以他没有对，或者讲到正义的、对的、好的、善的、美的事情，没有这个能耐，没有这种语汇。 大家知道吗？有 capacity，但是你是 toward，就是面包含哪一个区块的 capacity？是包括善的知识的 capacity，还是包括恶的知识的 capacity？是斗争的与会，还是金钱权力的与会？搞清楚，我们是我用什么东西养大的？你如果每天都看那个争论性节目，你就变成那样的人啊！因为你的与会每天在围绕这个、啊。我那时候我去头发去剪头发啊，啊边啊那个我们都有放一台电视给人家，我用这个就可以跟人家吵嘞。 他就一直放 TV，什么每天的新闻在看。我说：“哎，我我可,可以换台，呃、不要。”我说：“我们换一个比较温柔的，好吧？做菜的也也,也不错。我在剪头发，我看做菜，我很高兴、啊。<laughs> 这样就可以炒了。啊，表示他就是 attract 摆这种东西嘛。一般面做头发，因为要美，可是一方面看的又是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很跳痛啊、哦。来下一个，来我们走快一点，来下一个，麻烦你，台生，台生，呃。” 下一张，麻烦你。嗯、呃，我不讲 encode、decode dec。好了，下一个，下一个，再下一个，走快点，因为今天东西蛮多。decode，再下一个。好啦，我现在就带进你们走进那个美术馆，其中有一个 Pietas，Pietas 是这个东西。现在问一个下一个问题，你会不会欣赏这个东西？会不会欣赏？ 会欣赏请举手，好，请放下。好，那问你，怎么欣赏？他在讲什么？我们看一个 close up，好吧，近近距离照片。下一张，来，来，怎么欣赏？这个雕塑在讲什么？他要传达的讯息说，啊，请讲。 哦，不错啊！他讲他讲了，他把故事讲了，点到角色的部分，哦，也大概点到了这故事的背景。那怎么欣赏？他好不好？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艺术作品？我们现在讲艺术哦，你现在只是补充知识的部分哦。可是欣赏一个艺术品，不能只有知识哦。怎么去解读？解读完了，怎么去欣赏他的好？他好在哪里？不过例举例来说，另外一个人也做《玛利亚》这件事情。 那你怎么知道谁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不好？你就没办法判别嘛。所以里面就牵扯一牵扯到一个东西，什么是美，什么是好？那我就一步一步给大家解读，好不好？好，来，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的知识是什么？就是他刚才讲的人物是什么？你至少知道他是谁吧？啊，知道他是谁吧？哎，但是、哦、我我敢讲，台湾人大部分都是制造业起家的啦。 所以跟你讲这么深，听不？但是我好，那我就用制造业的语言跟你讲，好不好？我们讲制造业的语言，制造业的语言是什么？来，这大理石走的，成吨的大理石做的，厉不厉害？厉害哈、哦！而且只有一颗大理石做的，没有去粘的哦，粘没有粘着、哦，不粘着，因为以前没有这种 glue 可以把大理石，你磕坏就是磕坏，断了一根手指头重磕，无厉害吧制造业。 不简单呐、啊！我跟你讲，再来，除了这个以外，同一颗大理石要刻出皮肤的感觉、布料的感觉，对不对？啊，刻出头发的感觉，诶、欸，不简单吧？我们现在用制造业的语汇啊，我就在讲这个啊。同一颗大理石哦，没有换，也不用涂颜色之下，我要制造出这么多不同，而且活人死人的感觉，不简单哦。我们光就材料上面来讲就已经不得了了，也不能粘贴啊，只能刻一次，刻坏就重刻。 啊，这不是技术是什么？厉害吧、哦，哈！好了，那台湾慢慢进入什么服务业？那我就用服务业的语言来跟你讲，这样可不可以？我们还谈不到艺术层次我们现在讲制造业，然后服务业。服务业是什么？服务业里面有其中有一部分叫电影啊，宣传啊，好不好？电影怎么宣传？它一定要什么剧照，对不对？比如说《黑暗骑士》好不好看？好看啊，我看看呢，还没看呢、啊，你看过没有？没有。可是看那个剧照就觉得很酷，所以我要去看。它是不是吸引你去看？ 那他要给你什么照片啊？你如果选这个照片，人家说啊、哎，看起来就是好像不是很好看的，不想看，对不对？所以你要选对的剧照才会吸引人家来跨界，等一下嘛，对不对？那你怎么选剧照？一定选那个高潮吸引人的点嘛。那那个点怎么选？哦，这就有学问哦，这就是学问哦。啊，先不讲这个，再想另外一个。比如说这戏半泽直树很好看，为什么好看？因为演的演员的表情演得很好嘛。 是他光是帅不够嘛，对不对？有些很帅不会演戏的，像阿不宽嘛，对不对？<laughs> 你们不看了没关系，他只是帅不会演戏，身材很好而已。然后会演戏的不一定帅嘛，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表对情？什么叫表对情？就是他在剧情演到那个时候就应该这个表情，多一点就夸张，不够不好看，没到位，对吧？所以要恰到拿拿捏，要恰如其分，这就是好的演员。 所以你怎么看这雕塑好不好？看这雕塑里面这个人的表情对不对嘛？没有错吧？啊，你怎么知道他表情对不对？你要知道剧情嘛？啊，你不知道剧情，你怎么知道这时候表情是对？像我已经讲到服务业了，我讲到创意产业哦，创意产业讲很讲究这个东西哦。你这个不懂，你怎么去欣赏这个雕塑作品？没办法嘛。OK，好，那剧情你怎么了解？你补充了，你刚才补充了那些故事啊，没有错啊，然后。 Story 呢？What's the plot line？我跟你讲，玛利亚没有错，耶稣被钉十字架，死掉了哦，尸体被拿到玛利亚的 lap，e 膝盖上面摆着，那、啊、这时候玛利亚是什么表情？来，大家看，你觉得她是什么表情？来，可以大家形容词一下，给一下，好，请讲。安详，<laughs> 你看，你要解读，我跟你讲啊，后面有一位。 悲伤很好，其中一个而已，二三十个里面的一个。哇，一个一个讲吗？没有，我先点几个给你们知道就好了。那我跟你讲哦，这个东西需要一个东西补进来，否则你无从解读。整个西方艺术，你如果不晓得基督教是什么的话，你根本就看不懂他在演什么了。所以我给给我七分钟，我跟哎、欸，你们知道在座知道基督教是什么的，请举手。好，请问下，不知道请举手。 不要听個基督教，搞事情，听在给他收。我補充好不好？啊，没有举手是怎么样？听到一点点，是懂非懂？好、啊、好、啊，那我一次七分钟给讲完无例外不？七分钟把基督教讲完，就这么简单。啊，如果要七分钟的话，我一定要用特殊方法教你们嘛，对不对？还没仔细听哦。第一个，基督教不是劝人心善，不是哦。不要以为我是哦，我说不是哦，基督教。 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劝人行善，完全不是在讲劝人行善。基督教的福音不是在讲劝人行善，不是，那是什么？我以为宗教都是劝人行善。你跟我讲基督教，哎呦，我敢讲这句话，我敢负责、哦。台下我已经讲不知道第几届，下面有多少基督徒听过我讲？没有一个人跟说：“曲老师你乱讲。”大家都讲：“诶、哎，对对，不是劝人行善，反而你要行善进不了天国。你想透过行善进入 n o way。耶稣说伯克能 啊，这就复杂了哈、哦！啊，第二个，基督教不是精神寄托。哇哇塞，徐老师，你这个反负面点你也太离谱。第三个，基督教不是劝你加入一个宗教。哎，徐老师，我看到好多基督徒不是受洗啊，进入教会吗？我说不是，啊，偏偏不是。你受洗进去还不一定进天国，还没有保证。哦，这很奇怪哈、哦，三个都不是哦，那是什么？下一句话你要问说，啊，你讲那么多都不是那？ 基督教到底是什么？简单的说了，救人没戏，听得懂啊？简单的说，就是救人不死啊，人会死嘛，让你不要死嘛。说啊，徐老师你太扯了，我参加过基督教的追思礼拜嘛，对不对？我也看过基督徒的坟场嘛。你跟我讲救人不死，你不要跟我我北人啊。那你要，那你听我讲，我都是逻辑套逻辑嘛。那我们就要问一个简单的事情，老师你讲死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先看死的定义好不好？ 死的定义在原文的意思叫做 “separation”，分开，“separate”。啊，人死了以后，灵魂离开肉体，对不对？是不是分开？啊，你是不是就死了？可是在基督教里还有定义，一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分开那也是死，他们叫做灵里的死，就是你跟上帝不能沟通了，就是死。所以你即使人活着，在神眼中看你像死了一样嘛，跟他 gay n g h t 嘛，没有关系嘛。啊，活起来是什么？就是让你的灵魂回到肉体，你跟上帝的关系恢复，就又合起来了，叫复活。 这么简单哦？他说啊，那身体烧掉了怎么办？火化了，啊，很简单嘛。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再给你造一个身体，你不就活了？你的灵魂再回去嘛啊。那这个有点难懂哦。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基督教讲的是上帝，跟你以前所认知的上帝是不同的。在我们东方的宗教，惯，狼啊做先祖，做个就厉害的，并做神一在西方或者基督教观念里面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他们叫做创造者跟受造之物的不同。创造者就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哦。 基督教讲是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这样一个上帝，这概念是没有人可以 reach 到啊，不可能，因为在座各位，包括所有的人都要死啊，你凭什么说你也并行？他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这样的神哦，不可能把人神格化，哦。因为叫做创造者，所有东西从他而来，是这样的概念底下才有整个基督教文化。那基督教文化这又从犹太教然后讲的多了哦，回教啊、天主教啊、基督教，现在世界上在百分之。 一半以上都是这种宗教，我们应该去认识嘛？啊，好，我就慢慢解。刚才讲到死，现在问题下一个问题：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让人死的嘛。哦，你会问这个啊？为什么我要死？人活出来就是要死嘛。啊，足够一来都行。啊，那样不要这样问。你应该会说为什么人要死？对不对？啊，你上帝创造我啊！你既然你讲你那是创造者，我被造了，为什么我要死？那你要问下一个，你人为什么会死？对不对？ 那我就要给你解答嘛。根据圣经上定义，人上帝有个本性叫做公义 （justice），还有一个本本性叫做圣洁。那人因为做了什么事情要死？因为犯罪。犯罪了，犯罪了。啊，我老公，我也没有犯罪、啊，你凭什么说我犯罪？那你要看罪的定义是什么？罪的定义原来叫什么？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崩在。百分之一百那一点哦、喔，差一点都不行哦、喔，差一点都是 miss the target。 都没打到重点，就算很接近也没有不算的。那我们都讲到啊，接近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就够 OK，不行百分之百才可以。所以根据这个定义，我跟你讲，生意上有很多部分，慢慢的我从不同角度，有的人认为说犯罪就是我做坏事，对吧？抱歉哦，基督教里面的观念对犯罪是说不该做的事情你去做也是罪，该做的你没做也是罪。嚯，这个严呢，这个严呢，这个谁过得了这个关呢、啊？还没有嘞，我还没讲完呢。第二个。 你只要这辈子犯过一次，就是犯过了、哦。我管你小时候犯还是老的时候犯，只要犯过一次，就是犯过，受了罪。哦，这个观念是什么观念啊？看起来很可怕哦。我看耶稣哥更可怕。耶稣讲什么？你心里面恨人就是杀人。你心里面看了妇女动了一念，就已经犯了戒。淫。哇，按照这标准，全世界人都该死啊，没有错，所以全世界人都死了。现在知道吗？ 我的定义出来，这些都符合定义啊！符合定义，你就在那个状态底下，那个、状态就是死亡的定义啊！所以上帝他是圣洁，所以他跟犯罪的，哎，圣洁跟污秽、肮脏不能在一起。上帝对人犯罪做的回应就是你跟他切断关系嘛，分开嘛，对不对？污秽跟肮脏不会在一起嘛，分开。他对罪的这个惩罚，他是 punishment 给你嘛？那可是问题现在来了，有一个法官。 他坐在这边，啊，有的犯人就抓来，哦，这个刚刚偷面包，三年上万强，下一个，这个结果讲解死刑，那这个送来，哎，法官愣了一下，哇，这个判不下去，为什么？送来是他儿子哇，这个是法官是怎么办？尴啊，愣了一下，这怎么办？我可我可不可以不要判他？因为他是我儿子，不行啊，那你变成不公义的啊，你是什么法官呐、啊？ 法官应该公正嘛？不管是谁送来，我都该按照我的法律的地位来判断嘛。啊，他如果判下去给他死刑又怎么办？啊、不行啊，心疼啊，这我这混蛋呢，唔甘呢，那、啊、怎么办？这个人叫 caught in between，被卡在中间，英文叫 d e l i m a、啊、他在两难之间没办法做决定。哦，我我现在只是用人类的语言在描述上帝的事情，上帝不是这样子哦，上帝是在时间以外，他所有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所以在上帝的世界里面，没有乱数，没有 random number，OK、okay?。 没有现在、过去、未来，那是给我们用的哈、哦。好、啊，拉回来，我刚才讲那个，所以这法官最后最后是什么？哎，在监牢里面可,可以为大家犯人互相做保，然后把犯人保出来。你知道有一个保释这个东西吗？保释就是外面要一个没有罪的才可以进去把保出来嘛，对不对？啊，不能另外一个犯人就互相保来保去，就他都跑出来，不可能嘛，对不对？那谁没有罪？谁有资格？啊，所有人都死了，表示所有人都犯罪了嘛？啊，所有罪是什么？法官嘛。 只有法官自己没罪嘛？法官自己来嘛？所以基督教讲的，上帝道成肉身，以人的样式来到世界上，目的就是要替世人付上这个罪的代价嘛？所以耶稣来一定要死嘛？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死，就是要定十字架。你不要觉得他不小心的，没有一开始就决定要死。如果耶稣就这样死了，也替世人的罪负担了以后，啊，这件事情就结束的话、啊，他表示什么？他也是人啊。 所以很重要的，基督教一个重要的核心哦，你可以毁掉基督教，用这个方法，他复活。所以基督教的核心不是圣诞节哦，基督教最重要的是什么？复活节啊！复活节证明什么？耶稣是神，不是人。哦，若是人替人死有什么了不起？你凭什么替人死？但是神替人死这件事情有意义，它解决是神跟人的问题所以耶稣替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哦，现在我不是牧师哦，我也不是传教士哦。我目的是要跟你解读这艺术作品，你要怎么了解？哦？很复杂哦。所以呢，我刚才讲说，耶稣复活是基督教的核心。可是玛利亚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说她很悲伤。刚刚有人讲悲伤，没有错。但是 more than that, much more than that 是什么？她现在遇到她个人信仰的。诶、哎，玛利亚那时候是童女怀孕哦，童女怀孕是没有经过人类的性行为产生的耶稣哦。 人类性行为就带着罪性嘛，因为人都有罪，这样传到你的 DNA 里面就带给下一代嘛。可是耶稣是圣灵怀孕，他是没有带着人的罪性在里面，所以他是神嘛，对不对？他只是透过 w o m、um、生出来的嘛。可是玛利亚也知道，我怀的这是上帝的胎嘛，那、啊、怎么办呢？他怎么会死在我手中？如果他是神，就是我以前相信的这一套里面，为什么？当然他是母亲，小孩子死在他手中一定很伤心，那没有话讲。 但是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事情在后面，就是我他整个信仰要崩溃，面临崩溃的边缘。为什么？他所相信的这个神，他过去他以为他这是上帝，可怎么会死在我手中呢？人家定十字架，我也眼睁睁看他死啊，断了气下来的，啊。现在,在我手中啊。诶，这是在三天之前哦，三天之后耶稣复活，那后来他就改变他的想法。可是现在是在中间过程当中，caught in between，他现 caught in between，所以他的表情是。 快崩溃了！不光是悲伤哦，我我到底在相信什么？我这套系统是什么？我人活着是干什么？这所有东西都加在一起哦，这濒临崩溃的边缘。所以他的脸不光是忧伤，还有很他们的 peculiar，英文叫 peculiar，就是很诡异、很奇怪、很复杂，所有情绪交杂在一起，这样他的表情就对了。他如果在那边掉眼泪，他就失败了，对不对？如果我是雕塑家，我雕成他在掉眼泪大哭，那就荒唐了，如上考比那就不对了，对不对？ 所以这表情是隐含着，然后又有伤心，什么很复杂，这个表情就真是难了。所以米开朗基罗做这个为什么是大师？他是大师啊！现在知道是他是大师原因了吧？这个艺术家显然有宗教很深度的修养，他知道故事，他也知道这个核心在哪里，他也抓到那个 moment。他不光是好的那个宣传者，他有什么都是所有的加起来给他冠军，真是大师中的大师，难怪他叫做。 啊，达文西啊，米开朗基罗啊、哦，现在会看了哈、哦，艺术给你们解码了哈、哦。现在需要这么多东西才了解这个东西。我刚才从制造业走到服务业，走到这个宗教的解码。现在你们的水准已经高过所有台湾的艺术艺评家了。来下一张。好，接下去这个教堂，你再往前走，又有一个另外一个叫卡拉瓦乔的画的画，这是什么东西？就是耶稣干不是定十字架吗？钉十字架人家用那个。 那个毛啊，插在家，请插在家。啊，都要看诶捞出来的血，流出来,來如果组织一跟红血小板分开啊，细啊，狼都细啊，确认死掉，他才会放他下来，要不然要复活，那还得了？所以那时候耶稣后来复活，在门徒中显现，啊，门徒看他吓一跳，讲哦，无你是人啊，鬼啊，那也够造出来，啊，他就说鬼别吃物件啦，啊，你就把饼给我，他把酒喝了，饼也吃了，证明什么？他是活的嘛。可是其中有一个人叫刀丁 Thomas。 叫做多疑的多嘛，很怀疑心很重。他说：“我到那无去卡着，他都无遵守。”哦，民政府嘛，就得去看啊。「我那不给那看的，眼见为凭，对不对？可是你看到魔术师就不能眼见为凭，对不对？魔术师的 r 眼见行那不为凭嘛，对吧？他就真的去探。那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嚯，你是探到的时候才相信我。”他那时候一看，就跪在地上，就就就说：“哦，你真的是上上帝。”可是耶稣说：“那些没有看到。” 我碰到我的就信了，就是更有福了，我就这、是、啊。来下一张。OK，我刚才讲的，全世界宗教里面，哎，但大部分台湾人为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个百分之三十一点五加上百分之十六回教加上犹太教这些，哎，加起来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在跟基督教有关这些里面呢 Christianity，跟穆斯林都是一样同源的、同根的呢。啊，这些宗教你们都不知道诶。然后其他大部分是什么？无神论者是这一块呢。然后印度教是这一块呢。 啊，春天在是这里、啊。为什么我对世世界上主要的东西的讯息你不了解？我现在给补补充这一块，现在知道了吗？知识是力量，知识是力量。台湾人就是因为没有知识，过去才被人家框在炼狱里面这么久。了解吗？下一张。好了，同样一个叫 Bernini，他做这个，可是希腊神话，他描述有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追到最后一，中好不容易碰到他的时候，这个女的变成树枝。 享受不到他青春的肉体，对不对？就很悲惨嘛，就是那种努力的追求，最后啊，就这个啊，同样这个艺术我觉得他雕工不会输给米米开朗基罗，可是在力道上就输就逊了。为什么？我是一评价，我在评断这两个作品，拿来同样送来比赛，我会给谁冠军？就刚才那个嘛，一样嘛，因为我们现在有判断标准嘛。他所讨论的议题够不够深？好，下一个，我今天不要讲那么多，来，因为后面还有艺术史。来，下一张，台生。 好了，讲到这边，我就到罗马广场去看一看。啊，看,看这个，谁看得懂这是什么呢？我让矿物宝。啊，那是什么？啊？不是,不是、啊了欸欸，不是，那错了。哎，哎，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讲，它里面有一个 fountain，在这个池子里面有四个河神。那四个河神代表四个世界的地级，四个河，四条河。印度的河神，印度河神的河神。哦，南美洲的河神。 欧洲的罗多瑙河的河神，OK，这几个河神既有两 A 加是什么意思？我跟你讲哦、喔，只有帝国才可以做这种事情呢、啊。你小国家做这种，人家小。以前河河流代表生命，对不对？一个文化的开始，透过河流嘛。啊，你把对方的河神抓到你你们家来，表示什么？你够大嘛？你只有老大才可以做这种事嘛。所以你这样看，我现在是给你们帝国解码、喔，帝国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可是你们不是帝国的人，你永远。 读不懂这个东西，所以我要解码给你们看。因为你们以前是帝国的人，那看他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什么时候变成像难民一样的思考？为什么时候看不懂帝国的解码？啊，我就要给你补这一块啊。为什么和神抓呢？表示你这些生命的源头的中心被合神，看他对于一个文化的核心是神嘛，给立下来，让立一家坑到底。这个观念很重要哦。来，这下下一张，那这是什么？ 啊，叫埃菲尔铁塔在巴黎啊、哦，那我们直接用城市名叫做巴黎铁塔。其实是埃菲尔 （Eiffel Tower） 啊，那它有几根脚？巴黎铁塔有几根脚？知道人请举手，几根？四根，正确，进康。为什么四根？为什么四根？就是刚才那个的延续嘛。都讲罗马敢这样子宣称，法国也很贪心呐、啊，也是四根脚啊，地的四级别啦。 只是哦，这个帝国更臭屁，他宣告另外一个帝国的 generation 开始了。过去你们骑马打仗，骑马打仗的占地方、占地为王，现在不是，现在占天空为王。谁能够占领这天空三度空间的天空，你才是真正的王。你没有制空权，你就不是王。了解了吧？所以这个时候就飞机出来，贵不贵？过去飞机，这时候是飞船，后来是飞机。 就占领有自控力的国家才叫做帝国。他定义一个新的帝国的 definition。再过六十年以后，下一张啊，又一个帝国出来是更大。他说：“天空算什么？我到月球去。”哪一个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嘛。他是不是做帝国做的事情？现在会解读了吗？为什么要发射火箭、不带去射到月球去？宣告新的帝国的定义出来了、啊。只有帝国可以定义游戏规则，知道吗？ 你们都是游戏规则的遵循者，你不是定义者。你要有够力才可以定义东西啊！你不管你在哪里念书，你的大学也是人家定义出来，你研究的 topic 也是人家定义出来。什么时候台湾自己来定义游戏规则？大家真跟的没有嘛？我们的 always follow，包括你现在的国际法、战争法，都是人家定好的，先进国家帝国定好的，我们这些是 follower。现在知道哈？到月球去了，啊，下一个。 这还不够过瘾呢，下一张，这是什么？知道人举手。啊，你讲啊？哎，这叫 Curiosity 好奇号发射到火星去，OK？过了又过了几十年，又跑到更远的地方。那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哦：地球到月球的距离，上一次不是到月球吗？比上地球到火星的距离是几倍？几比几？ 地球到火星的距离是地球到月球的几倍？你才知道那有多伟大。我跟你讲，一千五百倍，就倾国八倍。你知道火星的距离？那叫诶、欸，那叫九大行星，好不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卫星到月球是叫卫星，很近呐、啊。而且讲行星、欸，诶，一千五百倍，就倾国八倍，吓不吓人？一千五百倍，来下一张，还把上面的照片用高解度的寄回地球给你看，这厉不厉害？ 还可以从这边遥控他的动作，这才叫做帝国嘛？现在会看吗？什么叫帝国？这就是帝国，帝国会做这种事情啊！我们如果要设一个到火星那么一个邱西郎，也没有钱，也没有能力，什么都没有，不可能做到这件事。你只能自己幻想，跟人家分享人家的喜悦而已。下一张，哎，这是什么？在巴黎的，前面的什么？ 啊、我知道是贝聿铭世界，他设计了什么？那那是 reference，不是金字塔，不是，他他用埃金字塔的概念去做了一个什么 entrance 入口处 b i j g i i 来对解入口。来下一张，啊，看到没有？啊，为什么是这个？为什么是这个？你们不是帝国的人，所以你们解读不了啊？为什么是这个？为什么是埃及金字塔？法国跟埃及扯上什么关系？啊，又讲。 <laughs> 跟那无关。我跟你讲啊，法国人最自豪的就是历史，他是历史文化的传承。他讲文化，讲艺术。那整个西方的文明，他们认为从埃及开始，然后到希腊、罗马这样接续下去。法国人认为他是接续这个所谓的正统的文化一直下来，所以他把埃及的金字塔放在这边是有意义的，而且又配合罗浮宫里面的文物，这样知道吗？ 所以你们会使在战争上面当老大是帝国，我是文化上的帝国，了解吗？所以德国入侵法国的时候怎么样？啊，法国人就放弃这个城啊，你不要毁掉这上面东西就好哦。你让我灭亡、啊、没关系啊，我觉得你不会太久啊。这是法国人的骄傲啊，他属于文化艺术上面的帝国、啊，所以他才会做这种东西啊。这就是帝国节嘛，你要看得懂这个，否则你去那边逛，就哦，我看到一个金字塔一样的东西，龙隆我为什么要你走？ 啊，法国人了解这个，他马上接受被预言设计，管你是中国人谁设计，只要你设计符合我们要的东西就对了。Who cares 谁设计的，对不对？Subject 抓对了，你的议题抓对，你的议题抓对重点。任何在世界上，你只要议题抓对重点，人家就会重视你。民政府抓对议题重点，所以美国就重视你抓错重点，然后我被来铲。你抓对重点,人人重點人，人家想办法来哦，那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知道吗？贵给台湾人抓错重点。 抓不到重点哦，台湾要独立哦，台湾讨厌这外人被瓜分耶，不是这么简单嘛。所以后面有这么一大道法理，你抓到重点，马上你就走到国际的台面上去。这世界有主流的啦，你不要一直永远在那个旁边啊那边守来守去。下一张，我讲的很深哦，没关系，啊，天我的天，我 get 就对啊。来，我我因为我要考虑到所有的人，不是会针对几个人讲哦、啊，也有也有这个 camera 前面的人啊。 这个是什么地方？知道人举手，知道，你不是经常举手啊？这个是什么地方？不是，不是，哎、欸，你很会乱猜的，不，下次不知道就不要猜了啊、哦，没关系，啊，你知道哪里？哎、欸，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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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哪一国？先讲好了，我想在英国了，英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叫做水晶宫。上次英国办了一个万国博览会，啊，水晶宫，下一张给大家看。 啊，一一八多少年？哎、欸，一八多少年的时候？哦，具体的时间应该有记在这一支上面。哎、欸，没有看过，因为它烧掉了。啊、哦，我好像有写一八五几年哦。外供、哦、一八多少零？有有刚有人讲吗？好、哦，我刚才怎么听到多少？一八五一啊？OK，好，一八五年岁。谢谢打 pass 给我。我跟你讲哦。 这里面房间有多少个？再打八十给我、啊。这里面有多少个房？多少几个 room？一万多个摊位。他那时候是给人家展览用的，万国博览会嘛，他展不同摊位里面一万多个摊位。诶，我现在给你梦了哦。一万多个摊位要招待多少个人进去？参观者有多少个？里面厕所要准备多少个？如果要喝水要多少水？里面要多少台电梯？然后这里面都是用玻璃做的哦，因为那时候工业革命之后，他们大量制造玻璃，整个都是玻璃面，规经都是玻璃做的。 诶，那个一八多少年五五一年的时候就已经做到这样子哦，那就是英国展示它的国力，就是用这种方法。英国展示国力的方法是这样子，请你全世界人来看。你知道那个时候光是马桶，你看这边都是人，因为停车，这张廊，你看，走到那里面去看，里面种满了植物，像一个森林里面，他们就进去里面看。所以那时候大家吓到了，说哦，英国国力已经到这个地步。现在知道吗？这是帝国。OK，下一张，我不要琢磨太多哈、哦。哦，这个又又讲了很多讯讯号了。 先不讲这个好了。哦、oh,，有一个概念叫 GDP 哦，大家很想说哦，国国内所有的生产多少哈啊 GDP，你要看它是怎么构成啊。Oh, 先不讲这个，下一个下一个，讲这个，大家让我困机啊。Oh, 这是什么东西？谁看得懂英文，随便瞄一下，这是在写讲什么？我跟你讲，这是美国在加州所有的大学的 list，加州大学名字啊。 这是哪个学校？University 有、哦、什么什么什么有没有？光加州一周而已哦。全,全美国有六千多所大学，光加州光加这么多，而且这里面每一间都是鼎鼎有名。我随便讲，斯 r d 在里面，U C Berkeley 在里面，C I T 加州理工学院在里面，U C L A 在里面，任何一所大学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学。我随便讲几个都很有名啊，Coe 大学什么大学都在里面啊。这加州一周 alone。 对，有点概念的。来，下一张，下一张。来，我跟你讲哈、哦，这是美国常春藤大学，有几所？以后人家讲说 Stanford 是不是常春？当然不是啊，那名字写在这边呢、啊。就这几个：博朗、哥伦比亚、Cornell、d a r m o u s h a r v a r d Princeton、Penn、Yale，八所而已。然后我问你哈、哦，这里面前二十名，这是捐给学校的钱哦，约十三兆台币每年，炸沙挑？那全台湾整个 g e n e r a r 一不一兆到一兆多而已。 顶多到两兆，人家光是捐给学校就十三兆台币。前二十名的学校哦、喔，捐给学校，哈佛一间就每年有一兆，几条啊？一兆就捐给哈佛 alone，我们还没讲其他学校、喔、啊。啊，我只是把他研究所人数、教授新台币每年捐多少钱，九九九六就是一兆台币的意思。呃讲长春人的人学校而已啊，我还没讲其他的、啊。 Stanford、Chicago 都不是常春藤，MIT 都不是常春藤的呢。我還没讲他们研究的 project 有多大，光是这个你就知道这个数字很吓人。OK，我现在让你看什么叫帝国了哈、哦，叫帝国街嘛。下一张，那、哦、这是什么？哎、欸，啊谁讲？刚才有人讲 American football 啊、哦、美式足球。这美式足球跟我们前踢踢一次踢卡迪微博敢看呢，世界杯足球跟这個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世界杯足球没有人戴钢盔的吧？他们打球都要用钢盔，为什么？真的会撞死人！每年因为这样撞断手脚的一大堆，因为他需要用这个来保护他们的冲撞力。足球冲撞力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他们需要全身保护。你就知道这种这种运动只有美国玩呢、啊，其他国家要玩加拿大玩一点点不够，日本也想跟，因为他没有这种人。你看他青菜解囊，身材是这样，你怎么跟他玩？ 两百公分，两百公斤重，按、啊、你怎么跟他撞？他一过来就像车子撞，像就像一个 Mini Cooper 撞你一样，啪，你就飞出去了。然后来下一张，哦，这里面哦有高中队哦，高中队长这个样子，High School，高中队就已经两百多公分了哦，体重就这样子。这是他们的大学队，这是他们职业队，每年光是。 这些美国的玩玩 game 这件事情所产出来的产值就够养好几个国家了。跟他生玩游戏，哎，帝国在做什么？帝国不是每天在努力工作，没有啊，每天努力玩。他们光玩就玩，这样让全世界的经济就活络起来。跟他生哦，我们贵给台湾跟他做一些钢盔，还是 logo，还是衣服，有没有？就已经赚翻嘞。哎，他们这个这个产业，你看每次看有这么多人在。 啊，我跟你讲，这个来下一张，这个游戏特别在哪里？他们有 o f f e n e 哎呦，看得懂美式足球举手，有没有人？有没有在追这个东西的？哎，没有，所以我要介绍这个足球。这个美式足球，他们有四分位，有听过四分位吗？quarterback 啊、哦，然后前面有 line man，哦，后面有，他有分三队，一个是 offense 攻击队，一个是防守队，还有 second team。然后攻击的球员，这里面一这个后面四分位花号号码，他就要跑，看是要传还是要用跑。 然后这个像什么，你知道吗？这种游戏有点像什么战争游戏。美国人怎么训练养那么大的军队，就透过这种游戏。那在这游戏里面，你要坚守岗位，比如说你是谁，你就好,好；你是负责跑，你就好好跑；你负责丢，就好好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那叫什么守本位，固守你的本位。当然，贵给我们在自己是谁，每个位置都想坐。 我想当老大，我想当什么，什么都被绑。结果想没都不一但是美国这个训练系统下来，你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这辈子就努力做一件事，把我的位置的位置做好，因为这是打团体战。我们以前都单打独斗啊，不会打团体战。团体战就要这样子。他们这只是从高中、大学、职业就这样子训练出来，所以他们这些人进入企业界都是很好的 leader，因为他们知道什么要打团体战。 大型企业就是美国这种训练出来的，你不是帝国不会有这种 game 啊！这种 game 要花多少钱？你知道？一个队要养几百个球员呢，你要赚多少钱才可以养几百个球员？养不起来嘛，对不对？现在现在知道哈、哦，就慢慢你就 figure out 说到底什么叫帝国的 game？他们在玩什么？他每天在忙的就是忙玩游戏，光是这个就搞出一大堆创意，每天就是玩的射火箭到卫星到火星去。 这些案子没有一个会在台湾过关，好、哦，下一个啊，没有上一个，我们刚才讲，我们刚才这只是讲说，他其中随便找一个 Big Twelve 联盟，大十二联盟大学队哦，然后不同的 logo，不同的设计，OK，然后不同的位置，好，下一张，啊，我们现在讲军队了，每年美国的 budget 预算十三十八兆台币，就被挑了。 这还一直在增加中哈，我这是保守估计哈，这是差不多五年前的美美国美军的预算，这里面没有包括有几个单位有没有算哦 c o s t c o a r 没有算，我只是讲说美国三军，三军里面有陆军，陆军有不同的东西哈，海军陆战队，美国有几军？四军，陆海空海军 Marine 加上 c o s t c o a r 五军，你看，现在打的是无人飞机嘛哈。 隐形飞机嘛，啊，军舰有这种隐形狙击，现在美国新的战争方法都不是这样打吼。我们讲说航空母舰，中国不是差不多一共有几台航空母舰？跟乌克兰买的那个“拍南古乡我来讲这里就已经放了差不多十将近八九台的航空母舰，同时停在那边维修。诶、欸，秘书长有讲过这个，所以我不会讲太多。 嗯，这个地方我不讲太多。来，下面再往下。怎么这些军人不会突然之间冒出来的？他有养成教育，怎么样让这些军人养成到可以衔接到？就他从小到大的教育系统里面就涵盖这个部分，所以他接接上去很容易。哎、欸，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美国的军队是全世界去打仗啊，打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人上街抗议？哦，我小孩子死在那边，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抗议？没有哎、欸。 为什么？如果是台湾，你还要去节界兵啊？打龙造子业，对吧？为什么美国可以让他们的国家这样子为美国牺牲？啊？不是照顾问题啊、哦，它是一个 job，它是一个职业。对，你当初要来当军人，就讲好条件，我会负责照顾你的家庭嘛，啊，你的命就是我的嘛，就像佣兵一样嘛，就是合理合所理所当然的嘛。 哦，他不是义务啊，他只有在战争时候，他另外就叫那些国民兵什么，那才叫做。但是一般这就是职业军人，就负责到哪里打仗，就这样、啊。他国家负责他照顾他家人，他就用这个来换，哦，这样才可以组成这种军队，细给给爬全世界打啊,啊，接下去我讲的又复杂。接下去哈、哦，宗教解码立体化，我待会讲这个哈、哦。生存解码这个上上过台湾解码的都讲过哈、哦。我为什么在讲这个哈、哦？ 因为台湾人吼、哦，如果不知道吼、哦，一厢情愿的行功，把人一点也给他教过你哈、哦，那就完蛋了。其实我们都在生存，为了台湾人诶生存，在这边 fight。我们站在这边很细面的在里供，只是为了生存战争。什么叫生存战争？贵基哈，就是部落跟部落打仗，对不对？打仗的时候，如果有人输了怎么办？赢的就把输的怎么样？酋长的手、头脑、头脑袋砍下来，对不对？挂在他们村子的上面。 吓他们人嘛，对不对？阿、啊、哥家早是规期都抬了都没了，拢无代志啦，因为就没有人报仇。可是久了以后怎么样？这样不对嘛，因为土地越占越多，土地还是要人去耕作，对不对？他觉得这样可惜，所以把剩下的人，只要聪明的、有力的，会跟我反对的，我杀光。啊，剩下老弱妇孺留在那边继续种田。时间到我抽水。啊，我给这种人的名字叫什么？知道吧？资源回收人嘛。 你本来要是被扔掉的嘛，现在回收回来嘛，就是资源回收人，你我都是资源回收人才活到今天嘛。啊，我们台湾人精英老早都用台们料掉对吧？李白人就把他杀光了嘛，对不对？啊，这比较厉害，就出国了，不回来了嘛。啊，就这样，这是台湾。啊，什么叫资源回收人？知道吗？哈，每天只会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嘛。有押韵嘛？哈，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嘛。啊，隔壁就是一个资源回收城市，叫香港嘛。知道吧？香港以前有总督嘛，对不对？ 啊，香港总督来的时候，时间到抽税就好了。他把系统建立好就，就、欸、哎，这会赚钱呢。啊，所以香港人不太管其他事情对不对？啊，直到中国回收过去的时候，江泽民也知道，不是邓小平也知道这一票人是什么嘛？说啊，你继续五兆票马照跑啊，这人就很高兴继续做了，对不对？直到最近，这个把香港当做台湾的样板，工人不见了，因为台湾本来就不属于他，他也知道，所以香港就要回收了嘛，就要收进来了。 叫你唱中华呃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的军歌嘛，我、哦、打香港人气的要死，太迟了嘛，比较行的都已经移民走了嘛，英国啦、纽西兰啊、大英国协同招掉给对吧？那剩下不行就在那边嘛，所以最好乖乖接受这个嘛。人家给你什么游戏规则，一国一制，没有一国两制的。可是跑掉的人还是资源回收人呐、啊，这群人还是每天只关心吃饭、睡觉、唱歌、跳舞啊。所以这群人是拿到哪一个国家都可以用的人呢、欸？ 对不对？你来只是 contribute，就是贡献给我们国家的 GDP 而已啊。你来你什么叫资源回收人？我讲过吗？就是没有脑袋的身体啊。摩塔卡辛苦了，所有的功能都有了，会吃饭、睡觉、唱歌、跳舞都会有，但是他没有效忠的对象。你知道吗？什么叫资源回收人？就是没有效忠的对象。可他还是有脑袋，他脑袋是什么？媒体。你知道为什么？哎、欸，我问你啊。 资源回收人的脑袋现在是媒体，所以他的记忆力有多久？哎，没有，就看那个新闻炒多久。如果红周就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啊，三聚氰胺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啊，塑化剂一个月就是一个月，看媒体炒多久。啊，媒体不讲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消失、忘记掉了。黄色脚鸭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所以媒体是他的脑袋，媒体叫他去买什么，他去买什么；媒体叫他说现在最夯的是什么，他去做什么，他就努力赚钱去买那个东西。啊，他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marketing 的东西嘛，所以这些人就是在市场的运作的系统里面的一部分，他没有效忠的对象。现在知道了哈，啊，嗯，慢慢慢慢我会讲，越讲越多。今天我看大家能够 capacity 到一个量、哦，我在 push 存在感，资源回收人，所以我们是有效忠对象的。我们今天成为资源回收人是有原因的，对不对？是你自己选的吗？不是嘛？因为我们战败嘛，对不对？ 按正白，所以被人家托管，啊，托管之后又是叫流亡难民来管理，所以你就每况愈下，那个阶层就一级一级往下走，对不对？啊，现在知道了哈。啊，那基本上因为诉讼的关系，让挑出来嘛，恢复我们正常的身份。那我为了 M 一七四的后代，为了生存的战争，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件事情。我们身份 identity 出来以后，你就知道我是谁，我现在在这边做什么。 我要往哪里去？我是谁？我现在这边做什么？我要往哪里去？你在讲里面奏响嘛？因为每个人说啊，出国，出国，出国，没冲下。啊，我探亲探亲被冲下。你都不晓得嘛？因为没有脑袋嘛，你只有身体嘛，只会工作嘛。啊，知道哈？来，我们接接下来再走，再走。我们现在直接讲艺术啊。哎，这是早期哈，几万年前的壁画。这个会连到我的那个导那个解码 DNA 解码的一张图哈。现在再下去。 好、啊，这几张图有个共通点是什么？我直接讲答案。哎，你人需要休息一下？我看看，现在已经五点多，需要休息吧，不用，直接把它讲到晚上好了。OK，这些图都有一个共通点叫什么？定格，有没有？freeze，荡秋千也荡到一半不动了，对不对？所以它每一张都像照片，这抖龙都,都有一个共通点嘛。好啊，再往下走，这就算印象派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啊，再往前走。 啊，这个有看过吧？啊，立体画派，上过我那个台湾时解嘛，就知道这是立体画派啊。没来看，看，博会请举手。看不懂请举手。啊，这么多、哦，来来来，那我看你看吧。来，看邝博，我只问看邝博，假手的我再问哦，不假手我不问哦，假球我问你一件事情，请问这两对画回林基的请举手。不是画回林基的请举手。不是吧？啊，你怎样？你看我嘛，看得懂啊？怎么会说看不懂？ 那他是画男生的，请举手，也没有举手啊。画女生啊，另一个还是女生啊。违规的人啊，画了几个人？伟，你给我猜，就表示你画五嘛？你讲你看么？为什么你说看不懂？你知道他不？他是画人，你也知道画五个，还知道画女生，所以你看得懂。只是那个在贵体你所认知的那个画是不一样啊，那年。但是我来讲，这幅图是恁阿公一直画，一九零七年一种已经画出来。 所以你的艺术欣赏能力倒退到很久呢，你阿公阿祖一种画，你即马还看无呢？表示啥？欠教育嘛？你这一块是没有在发展的嘛？还停留在古时候嘛？啊？为什么也停留在古时候？你没有受到这种教育嘛？过去日本帝国是有博物馆的、欸，有美术馆的，啊，难民之后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呢、欸。嫁未来都嫁到高崎代志去，所以我还公这个皮卡索一九零七年的时候画的画。 一旧空欠你一种味、啊、道，来再哈，来下一张。毕克说讲一句话，我这个他他说他不是他创造，是他偷人家。他偷谁？他偷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塞尚。塞尚他晚期的时候，他住在一个山叫 Saint Victoria 的山，他那边买了一个房子，每天看着山画画，每一间拢去画些山啦。一戴规期都戴些头巾，每一间去画几条山，画到尾啊，来过来，快下一张。 啊，就在这个山的前面啊！再画，再下一张。他后,后来画成这个样子，矿物不看得懂吗？看不懂哦，灰体啊那我跟你讲一点，你们在座有没有人写生的？写生，你知道写生吗？哎，有没有,有写生？举手。啊，你们写生多久？早上去，中午下课，是不是？吃便当嘛，有没有,有自由哈、哦？有没有人写生一小时的？有没有写生五分钟的？ 有呢，那些坏学生都写生五分钟，还走走了照的，写生五分钟啊，对啊。有没有写生？再坏的学生有没有写生一秒钟的？没有嘛，我改供，但是有、哦，我改供写生一秒钟，来好你广，来回到刚才那个定格的那个画面，来回到前面定格画面，台生那个前面有那个定格的那个画面，那几张？哎，再往再前一张，哎，对啊，这就写生一秒钟啊，干不起，咔嚓嘛。 因为秋千荡到一半就停住了嘛，啊，怎么可能这样子写生？那个那个小姐就停在那边给你画吗？那我柯林，所以那时候写生的时候，我,我是老师，我给学生說你乱画。他说：“老师，我为什么乱画？这是早上九点钟的太阳的影子啊！你现在中午啊都没有影子啦、啊，你怎么还画早上的？你搞偏对不？没错嘛，你写生就是画你看到叫写生嘛，我看到真实的东西我画下来嘛。所以这群小孩子都在骗我嘛，啊，充画。” 对啊，好 key 啊，V C，我就画你看到的嘛。那所以塞尚是一个很好的写生的学生，你知道吗？所以他在调颜色，他看到哇、哦，这绿色啊，调调调，哎，放上去，哎，不对，太阳光线变了，所以他又重新又调一个新的颜色，再放上去，哎，回到那个塞尚那一幅画，所以整幅画才会辉映，你知道吗？所以你应该讲是什么？他观察的点不动，时间在改变的时候，他如果画了两个月的话，这、就是两个月的记录嘛？ 对不对？这个写生就是两个月的写生嘛，针对这幅这座山两个月的颜色变化嘛，这样会看了吗？所以它是固定观察点，时间在动。那我们刚才讲皮卡索是时间不动，观察点改改变，对不对？会动动动脑啊，对不对？所以皮卡索是观察点变嘛，对不对？那这句话，哎，这个皮卡索这个动作很很严重哦，改变整个世代哦。过去十九世纪、二十世纪都被改了，因为他的话，为什么？我跟你讲哦。 以后从此以后，对同样一件事情的观点有很多个。历史怎么会是哪一个王杀了哪一个王，建立哪个王朝？那桂启龙安的不对吧？历史哪是这样？的，那个时代没有其他人活着吗？所以开始有什么？有有艺术史啊，有生物史啊，有物理、有化学史啊，有女性观点史啊，对不对？有少数，比如说印第安从他观点写一个历史啊，台湾的高山族写高山族的历史啊。 同一个时间里面有不同的人，有不同观点，全部进来了嘛，所以你的史观改变了嘛。从不同人都有他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嘛，从不同的领域去看同一个东西嘛。所以有人讲说，毕卡索开伟大在哪里？他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妖魔鬼怪都跑出来。下一张，哎，有人讲说，画画为什么一定要画在帆布上面？大地是我的画布，我插上避雷针，雷公拱来，这等于外斗，干未使？你厉不厉害？ 哎，以后画的定义就不一定在帆布上哦。那有些艺术家说啊，故意用推土机把山上那个土弄到海里面绕一圈，不厉害不？很、哎、很好玩，对不对？有人说画，哎，他就开始重新不同角度来看艺术啊。有人说画如果是观念加上图像，那我就把原来的椅子在这边画一张椅子，椅子的字典上的定义写下来，就把它都分开来，很有意思哈、哦。来动动脑哦，漫画也可以是艺术哦。来下一张。 哦，这个更好玩了，我看你们看不懂。这是一个岛啊，这上面是船呐、啊，啊，这个用岛用什么？粉红色的布把它围起来，厉害不？还不是只有一个岛哦，还两个岛哦，还三个岛。我跟你讲，它围了十几个岛，吓死你！我跟你讲，水是有水流的哦。你们学过物理的话，我要固定这些布在那边不要动哦，而且它铺在上面还波纹呢、啊。这个船过去还波浪哦。 我还固定那个点哦，我现在直升飞机飞到天空上，我跟你讲哦，在台北市租一台直升飞机飞到上面，加上摄影师，加上摄一百万，上去下来七八万，啊，你看有多少挂这机，啊，都要挂这人力船力，啊，多少布料在海，在海在河流上面。来，下一张，你看他、啊、多少个岛，我看，看，一直下去，你看没完没了哎，吓死你啊！我跟你讲，吓死你！这是美国的一个艺术家，我一定要给他名字，Crystal and s a n Cloud。 这个人吼、哦，主持人都爱包物件啦，三门件拢爱包啊。他干脆就把海岸，他这个是整个海岸把它包起来，海花啊，整个海岸用布全部包起来。这个让 museum 整个包起来，你看多少人去围观。他把圣路易那个那个那个东西也把它包包起来。这叫艺术家哎、欸，这是帝国的人在玩的，帝国的艺术家玩的东西的 scale 比例是这么大，你不敢想象的啦。我随便讲那个布就多少钱了，是多少人要去赞助？ 背后要花多少钱啊？有多少人力啊？你请得起吗？啊，布料用完怎么样？就又可以做衣服穿吗？又不行，都是粉红色的，啊。有多少人要穿粉红色衣服啊？完毕豹、啊，对啊，也没有那么多只完毕好，来，下一张。哎、欸，我刚才只是讲说什么叫做帝国的创意嘛？他们没有 limit 嘛？他那个极限比我们 push 更远，对不对？他、啊、因为我们以前狭隘的。 教育系统让你看不到这个东西。我只不过把他们过去几年所做一些简简单单小东西给你们看。这是其中一个艺术家，我没有看到其他的艺术家给你看。来，这就是后来抽象艺术啊，Jackson p a r k 用撒的泼墨啊。你看这样抽象，这个叫抽象啊，根本没有形象在里面叫、啊、Sidewampory，Richard d e n c o r n 下下一张一，哦，那种波的、啊、，Jackson p a r k 哦，的。 一九三几年、四几年、五几年，OK，下一张。威廉德库尼啊，就是因为他画了这个画哦，古兰宫哇，美术馆都放这个哦。你们所谓的 high art 太高级的，博兰跨舞啊，你们太扯了。所以有一群艺术家叫做反动，说你们走的 way too far，所以他要弄一个大家都看得懂的艺术，他叫做 Andy Warhol，听过吗？有在来台湾展过吗？对不对？Andy Warhol，他为什么要？他就是针对这种所谓的。 高级知识分子才能享受艺术，我来做解，大家都看得懂。凡夫俗人狂而无畏。下一张给你看，我就画罐头，一张一张罐头，我为何你看？啊，美籍签名，他、啊、这就是讽刺嘛。可是讽刺给他讽刺出出名了，他就画罐头啊。他、啊、下一张，他画玛丽莲梦露啊。他说：影像如果是可以被消费，我就消费影像给你啊。我印给你好不好？艺术家就也挂在美术馆了、啊。下一张就用印的、啊，这样、啊。 好不好看？一只狗啊，都是画做的、啊，比黄色小鸭漂亮多了啦。要看普普艺术，这叫普普艺术啊。要看普普艺术，看这种。下一张。哎，我我啊，那个新的那个没有拿过来，画就是漫画也可以。所以我刚才讲到，回到刚才讲的，一旦你的定义改变，所有东西就开了嘛。所以你的观点一改变，各种观点都出来，所以艺术界变成百花齐放，各种声音都出来的，非常丰富的。 按贵矩要用喊这条，看不到这个世界，看不到外面的，躲在台湾，你有个锁在里面。所以我现在就是不同角度给你们看，艺术里面可以解码。台湾民狼应该有机关教育，应该接受这种教育，才有足够的能耐去面对未来的台湾。你凭什么用你现在的你要去替台湾带来什么希望？当然不行啊！当然要给你最好的教育啊，给你 b 起 o 啊，火力也当面对未来啊。 台湾才有未来啊，才有未来的走向啊，才可以跟世界接轨啊。我们过去没办法跟世界接轨，就少数有奢侈的，家里有钱，给人上出狗，一定能够等来一个娃娃活不下来，因为被这些人掐死了。我十几年前回来的，对呀、啊，我们一群人回来呀，啊，就对台湾的教教育很有负担的，就一直做，所以我到实践大学啊，弄设计学院呐、啊，啊，现在很出名了，分数变好高，我没有不要。 来，下一张，来纽约，来下一张，我先不讲那么多。哦，公牛这个。嗯，当一个够格的大日本帝国国臣民，各方面都要赶上并树立典范。这一代不行，好好的栽培下一代，就像、是、那样。但作为高，我改人太难了啦。我跟你讲，你们已经受到那么多年的教育，要改很难。但是我给你这个能耐，好好栽培我们下一代。 没有错，你大当日本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但是你够不够这个格？现在哪一个日本人站在你旁边？两个人比比看，你从穿着、谈吐、日常生活的习惯，你一眼话都跟人比平了。没有错，人家叫一声大哥，因为你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但是你被难民叫了六三能杀呆啊，一定不会拼啊。但起码都要告给，你知道吗？你当臣民没有错，你的身份是这个，可是让人家叫你大哥叫得很顺，好不好？ 啊，怎么叫得顺？你要够格嘛？啊、怎么够格？你要受到足够的教育、训练、艺术教育，提升你的水准，客看就要高给。那民进府就做这个工作，我们就大量的训练我们的人，让你马上在短时间拉到那个位置。过去他就压榨阿北台湾人不会和你做陶嘛，现在都可以做陶，你起来。我们是有这个能力。过去是啊，北部阿公阿妈去代西啊，现到连冰都不行，不要紧，有嘅。OK，就算我们这一代做不到。 我们好好栽培我们下一代，啊，拜登的告有完全给他改过来嘛，对吧？好，下一张，这就是讲啊，刚才讲 M v G 啊，补那张图哈、哦，没有看过的人，后来用 D N A，啊、哦、，Q Tip 棉花棒口腔一挖就出来哦，染色体抽出来 D N A 的那个排序都出来，几亿个那个排列组合，那人因为在传宗接代的时候，他会复制染色体嘛。 那有时候会误差嘛？那误差的时候，就有一个记号，一个 sign，记号就 carry 在所有你的后代里面都有这个记号，所以你要认你的祖宗很容易，就说，哎，有这个样同样的记号的，都是这个人出来的。他们用这个来倒追，倒追到后来，所有现在活在世界上的人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哪里？非洲啊，大家都很清楚、哦、啊。啊，有的人说，啊，非洲有点遥远，我到底是哪里来？所以你就从这边找一条路，比如说 M 一七四，到南印，走到印度南部，走到马来半岛。 啊，爪哇啊，台湾，啊到日本啊，这个还有朝鲜北部，哦，啊都最后再进到中原地区，对吧？啊嘞，啊啊所谓的中原地区有多少人？哦，有中亚来的，哦，有欧洲来的，有蒙古下来的，有西藏上来的，有南方上去的，所以谁是杂种？啊，中国人是杂种啊，完全正确啊，因为好多种人种。 到最后剩下两万年，四万年到这边，所以要两万年再到这边，所以是最近几百年，它才变成几千年，就算千年，好吧，比不上我们的四万年嘛，对不对？可他的 DNA，所以那时候韩国人说他们是中国人的祖先，中国人就气，因为他们很讨厌韩国人。可是事实是如此，事实我们事实拿出来，可是抱歉哦，日本又是韩国人的祖先，我们又是日本的祖先，啊，马来人又是我们的祖先，啊，最后就追到非洲。现在知道了吗？那这个血液是没办法骗人的嘛。 你在这边四万年你就很纯的嘛，所以高加族要很高兴啊，我在这雪域就就损了呀，没敢来吗？我那时候也讲什么叫种族屠杀嘛，现在不用真正杀人呢、欸，他大量的人口竟然给你稀释掉就是了嘛。中国就是大量的人口移民到哪里西藏嘛，那西藏为什么要流亡？家里给我稀释掉的没去嘛，所以西藏人黑心嘛，把他的种留下来移到西藏、印度嘛，那美国也想办法帮他付付钱嘛，就让这个人种。 留下来嘛？中国一方面在讲说我要保育熊猫，我熊猫这边灭灭灭绝了，可是你另外一方面要去杀人啊，把西藏把它灭掉、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所以他很 hypocrite 伪善者，一方面宣告说哦，我这保育熊猫，对动物这样，对人不是这样子啊，对台湾也是啊，他对这块，所以我会来讲啊、哦，你可以去嫁给非洲黑人，你可以嫁给白人，你嫁给印尼人、马来人都可以啊。 偏偏不能嫁给资大人，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国家对这個地方没有土地的野心呢、啊，是这个理由啊，不是我种族歧视啊，是因为你要保留你的种啊，让对立在偷得有野心嘛。所以一阵黑心嘛老布，一你说卖给我还行，然后卖穿东东国人哦、啊，想得是这个原因呢、啊，他们或许不了解，可是发自本能要保护这个 race 这个种下去。啊，结果迄阵美国人该猛攻啊，你是虾米人？ 结果咱有一个叫黄朝晴，讲我以为是台湾人，我咪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啊，比如讲好、啊，海尊好都好，你拢中国人，塞做堆，对吧？结果唔是呢，那为什么黄朝晴会讲这句话？回到我们那个大圈圈，我们大清帝国掠夺者进来什么两百多年，新式言、文化，个个个咱奔波做人，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以为自己讲台语，讲火罗语，讲 K 语，你就变做一班人，结果拢唔是，阿来点什么闽客械斗？ 傻瓜！你是同一种人互相切斗，因为讲的语言不一样，都被人家玩掉了。建构你的种都是同一种种，都是奔波做勾刷作的后代，这是科学证据，这不是我编的呢。如果是我编的话，我现在老早就被人家攻击，网络上攻击啊。可是你提出科学市政的时候，就证明过你到底是谁嘛？你如果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你就不知道你的敌人是谁，你为什么而生存，为什么而战斗？ 你先搞清楚你自己的，你才知道活着干什么嘛，你才有那个脑袋嘛，你才有 orientation，你才有方向性，否则你每天就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吃饭睡觉唱歌跳舞，资源回收人，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就是这个理由啊。下一张，要不然也不用讲艺术了，对不对？哎、欸，我们是高级班哦，高级班就要讲一些比较深一点的东西。来，下一个。 哦，然后刚才讲这个啊，就得带回朗去。哎，徐老师工资也不可做了。我现在住地堡，我开的是布卡迪的跑车，哇，一一台上亿的，哇，就高级。可是问题是哦，你虽然住豪宅、开好车哦，可是你的名字上面写着叫做奴隶你知道吗？你再怎么有钱，都在这个阶级。五十万人上街抗议，还是在这个阶级。为什么？人家再怎么傻，木有傻到更加得他，坑给总统那边，总统府人都可以当你总统。 人再怎么笨怎么傻，他还是制定游戏规则者，你没办法违抗他，最后是他定你的游戏规则，不是你定他的，因为你位阶在这里，你上不去的，你是被占领地的人。那我们后来就是告美国，我诶拜托拜托，你要直接占领，不要找这三流的国家来这样问我，对吧？你被我宁可被一流的美国、日本，对不对？我想到还是中国人嘎，对不对？我位阶比较好一点呢，但是我们被这群人教是有。 有原因的，无关因的。为什么？以前大日本帝国太强了，美国跟你打差点输掉，对不对？所以他站到你之后，马上把你毁掉嘛。台湾难盖几不能盖之后会跌掉嘞，对不对？所以他怕你起来，所以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毁掉你这个 system。本来帝国帝国的系统很强的啊，以前台湾建设那么好，都世界一流啊，中国人没空给啊，什么地下水道、自来水都我们都不知道的。到后来进来以后就吓一跳了，啊，这下就是破坏了。 所以我们到现在对什么叫好的建设，你可以看几本的货啊。台湾人一出台该几本到底，起码都一要追准啊，就是这样子啊，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啊。什么地下埋气爆管都不知道，那我跟你工，因为他不把你当做他的臣民嘛，你跟他的关系不一样嘛，他为什么要在乎你？哎，你有没有听过偏远地区？台湾岛就这么小，居然有偏远地区，我不敢相信呢。美国那么大都没有偏远地区，哎，有没有讲说加州是偏远地区，德州是偏远地区？没有啊。 啊，比台湾大了不了几千倍啊！啊，就是因为他是中国城的人在管嘛，所以离开中国城都是偏远地区，你知道，对不对？所以资源不会不会给你们地方嘛？那、啊、是应该啊，不然哪那去啊？台就可怜了。来下一张。哦，所以那时候讲，徐老师你光下嘴巴啊！我这一辈子就追求自由、幸福、快乐了，对不对？那时候讲了好几次嘛。哎、欸，觉得自己一辈子就追求自由、幸福、快乐，请举手，不要客气。 你看现在都不想举手了啊，都知道我这个有暗装的，没有错。我举两个例子，有一医生如果以赚钱为目的，医生你赶快去看，不敢嘛，对不对？给他洗了，我怎么敢给你看？可是如果有一医生他说我以把病人病治好，提供最好的服务为主，这样医生就不错，对不对？因为这样子所以有很多病人，因为很多病人所以他赚很多钱，这样就合理吧？因为他按照步骤去获得这个机嘛。 可是你直接跳到钱就不对嘛，过程不对嘛。没错吧？一个女生看到一个男生說啊，这个人好像可以给我自由、幸福、快乐，我就嫁给他。啊，结婚以后没多久，他说这个不太行，我再换一个。永远在追求以自由、幸福，哎、欸，我跟你讲，自由、幸福、快乐是副产品，副产品就 byproduct。当你把你的主轴抓对了以后，这些副产品是伴随而来的。比如说，我爱一个人，我跟他结婚。 OK，那两个人夫妇骈手自足建立一个家庭，爸爸做该爸爸该做的事情，妈妈做妈妈做的，小孩子好好念书。晚上回家的时候，妈妈煮一顿丰盛的晚餐，大家在餐桌上面享受自由、幸福、快乐的感觉。还有啊，这样的自由、幸福、快乐是伴随而来的。可是你把这当目标，永远追追不到。一样嘛，很多东西打完东西是不照不照成熟来吃东西嘛，全部都乱成一团嘛。 我随便讲，对男生来讲，性性是包括在结婚姻里面去享受是对的，你把它抽离出来，弄错了，所以就会毁坏婚姻的架构嘛。嗯，在婚姻以外去享受性，啊，你就是体贴什么？你的身体嘛，对呀、啊，你就用那个在思考嘛，不是用这个在思考。你知道吗？啊，我不要讲太深的了啊，啊 就是不管你要得到什么东西，你要按照顺序去获得。所以台湾狼，你要真的要自由、幸福、快乐，回到法理里面，回到你正确的管道里面，把你的身份先确立以后，你接下去的享受是名正言顺的。来，你享受那些自由、幸福、快乐的感觉是伴随而来的。当你台湾狼的身份确立之后，你的享受人生是正确的。你现在名不正言不顺，公立中国人嘛不对，公立台湾人嘛不对。 你从来就没有搞清楚你自己是谁，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干不起，贵起东西啊那样，你不来家上课，你干嘛怎样？你想完全不知道你，我管你学校学历你那多高，或者赚多少钱，住什么豪宅都不算了，死掉的时候都一切成空了，一切成梦了，对不对？但是你起码在你起下，我为什么活在这里？这在这点上，我怎么来着？你们是关键的时候，关键的人物，做关键的事情，都像那样、啊。我们现在在做就是这件事情，下一张 然后再下一张，拜次我们讲到那个，再再走再走再走，还有那个经济解码有没有？有没有经济解码的一张图？我没有了吗？我旧的图案没有了。OK，啊对对对对，哎、欸，我刚才怎么跳到这一张图？啊，讲到这个哈，我讲一个故事。我们还有一段时间，你就当故事讲啊、哦。二次世界哎，不要二次世界，我讲越战好了。越战结束的时候，越战是谁打谁？美国打越南是吧？ 啊，就有些美军就被抓起来关到什么地方，又是集中营的嘛，越 <laughs> 经战俘营了哈。啊，那个有些美军就是战争结束就回到美国德州，拿了一个大的帆布袋，他、啊、就到美国的，呃，回到美国的时候就马上跑到银行里面把他的袋子放下来。哎、欸，小姐，我要存钱。那小姐问他，哎、欸，你要存多少钱啊？八千万。哇，怎么那么多？抱歉，我没办法处理，我请经理来处理。 就经理就来说：“先生，听说你要存八千万，对呀、啊，八千万，啊，可不可以让我看你的钱？”我就给你看啊，橡皮筋捆一捆一捆，哦、哇，好多、哦。啊”他那个经理就拿起来看：“先生，你不要开玩笑，这个是大富翁的钱，大富翁的玩具钱呢、啊。你们知道大富翁吗？游戏钱、啊。那之前你在开玩笑，啊，你知道那个越南路人说哇我不开笑啊，这个钱在我战俘营真的是拿来可以买红酒、买古巴雪茄、买牛排都可以。” 可以行得通的，这个经理也不是省油的灯哦。经理说什么？哦，只可惜你们那个战俘营现在关掉，如果还开的话，哈，我倒是希望用一些美金跟你换，这个钱到里面去享受。这句话很深的经济概念哦。为什么？一九七二年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没有印钞票？有，但是不通用，对不对？ 所以他需要东西是怎么样？以物换物，所以他跟苏俄，那时候苏联用东西用火车载来载去。我,我,我看我缺煤缺什么？那你缺民生物资，我就来交换，因为那钱不管用嘛。那后来他看到哦，这再下去的话不行，永远吃大锅饭，永远穿毛装。一九七二年哈，的中国哈，他就看西方国家越来越有钱，哇，各种怎么讲？就是物质物质丰富，大家在享受人生。 他也想玩呢、啊，他、啊、这样走下去，我们一定被灭掉啊！所以他就跟美国讲条件：，你在玩大富翁嘛，你一进去要做什么？你可以不可以拿台币进去玩大富翁？哎、欸，我要玩大富翁，我拿两百块给你买，没有用嘛！你要用里面的钱嘛！所以你要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玩的话，你要怎么样？用资本主义的钱嘛！啊，你中国印的钱有没有用？不能外面流通嘛！所以美国等于是，而且美中国做的东西。 资本主义社会没办法享受嘛，你做毛双谁要，要起，所以我要怎么样做一件事？你想加入我们的游戏玩，我要把你训练到有用的人嘛，我要让你制造的东西我们想买嘛，这样的技术跟资金进入中国嘛，你本来的钱不是钱，我让你当做你是钱嘛，等于送你两千块玩。戴国锋一开始不是两千块送给你玩，阿波利波吉拿胜了，他、啊、就把你的中国钱跟美军做兑换嘛。 所以突然之间他变很多钱嘛，因为他学习制造之后开始就可以卖东西了嘛，从一开始跟外界不接触到开始接触，接触过程当中有这个 transition 嘛，做完以后中国就突然有钱。你如果想玩资本主义规则的话你探几个来做下，要改变人民的生活水准嘛，知识水准嘛，对吧？要改善让市市场越来越开放嘛。结果中国赚到钱不是这样的嘛，他更钱。 前置人民的思想，他可能 Internet 还得，Internet 还要跳出来，对不对？还要爬墙对 i n t e r n e t 网络啊，还要翻墙才可以出来。然后他大量的仿冒，对，按照游戏规则去玩嘛，所以这个对生游戏的人讲是在破坏游戏规则嘛。啊，你赚到钱又去买武器嘛，买完武器还去买石油嘛，啊,啊，真比被羞台哟。 如果你的武器是拿来自我防卫也就算了，可是你武器都是对外攻击的，像前一阵子一直挑衅钓鱼台嘛。这个故事我已经讲了两年半、三年了。那时候的故事演變,变到今天的情况，他变乖，可是中间三年前还没有这么乖哦，他一直在挑衅钓鱼台哦。那为什么？因为他经济实力变大，大到一个地步，他觉得该取代老二、老大，美国啊。 啊，所以你来是来乱的，还是要来加入游戏规则？对啊，啊，大家就觉得你是 barbarian 的嘛，就是野蛮人的嘛，因为你进来之后，这个游戏规则会乱掉、哦。中国进来有他的这种仿冒啦，哦，侵犯智慧财产权啊，前置人民的思想自由。你知道这整个资本主义的运作，是维系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文明的理由。我举个例子哈、哦。 我我先介绍这个图形是什么？一开始是什么？在十六、十七世纪叫做启蒙时期，之前是黑暗时期，你知道吗？人类的生活水准就很基本的种田、吃饭、睡觉，就这样。可是黑暗时期结括，element 开始之后，人类开始发觉大自然里面好多的解码器，我一解开之后，我可以从大自然里面得到很多的利益。举例来说，拎到一箱修水对吧？煮水嘛，那煮水就冒烟嘛，对不对？那叫水蒸气。 paper，那水蒸气有什么意义？对一般人都没有意义啊，可是对科学家有意义。所以他用这个水蒸气制造什么？Combustion，内燃机。内燃机一出来什么？就机器生产哦。本来一双鞋一天一个人做两双，可是有了机器以后一天做一千双，就大量的东西被制造出来以后拿到什么？拿到市场上去卖。然后市场上以后卖了赚了多少钱以后回来做 R&D，再研发、再制造、再生产，reward。Re ward, 所以。 一开始什么？insight，insight Ins 就是让你有洞见力，看到自然之间奥秘，把它解开之后，产生给人很大的 power 能耐。这个能耐就制造很多的产品，让人赚很多钱。所以这一个正向循环一直在转，对不对？那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运作，人类的疾病减少，对不对？没有错嘛。以前谁去做药？黑死病一出来，大家么加起；起码 e 波拉一出来，大家想办法研发。我要研发要钱呐、啊。 这钱哪里来,來？就是透过这个资本主义的系统在运作。运作之后怎么样？大家知识增加。哎，以前用手机卡点位多后来为什么还要用智慧型手机？那你用智慧手型手机，大家转不过来的时候，你要增加你什么知识嘛？你要 increase 你的 knowledge 才可以使用到智慧型手机嘛？那人类就是因为这样资本主义在运作，文盲就没有了、欸，对不对？有大量钱可以盖学校嘛？大量学钱可以去盖医院嘛？ 所以，人类因为这资本主义的运作，运作很多问题解决了，疾病也减少了，然后什么也解决，对不对？人类的生活舒适性，以前我跟你讲话爬两座山，跟你讲完话再爬回来。今晚没电话一打，我还可以看到你影像呢。是不是省了很多时间？人在享受这个快乐，可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造成今天这个东西？伯吉、伯克林这几块猛干啊，就是资本主义的运作才产生。那怎么让这个资本主义？我跟你讲，它只要一停顿的时候。 他整个世界上人就回到原始时代、蛮荒时代，杀来杀去动一次哦，抢东西吃哦。你们这些现在所有的自身体上的技能都没有用哦。你现在所学到的技能都不能应用在生存上面哦。所以你这个资本主义这个要运作的时候，怎么让它停下来？为什么 B 股公打完第一个不能独而利，第二个不能进入共产主义？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共产主义就是让这个资本主义的轮子停下来的原因。 那我就可以解码，对不对？我告诉你为什么是这样子。我跟你讲哦，在资本主义的运作当中，有一个重点，怎么让轮子滚，就是让穷人觉得我要努力，我要更好改善我的生活。那有钱人觉得哇，人生好多美好东西我都想买，懂吗？要有消费才会有制造嘛。啊，如果大家都像和尚加手加菜，上面人生所有的欲望都没有的话，哎、欸，资本主义完蛋了嘞。 加倍逻辑呢？准备就回到原始状态呢。所以资本主义要不断的消费、不断的制造、不断的研发，只能往前走，不能停下来呢，连慢下来都不可以。可是共产主义里面是什么？他让穷人都吃得饱，让有钱人都觉得当有钱人真是一个罪。对，没有错嘛。这个共产主义的，就是要斗斗倒红五类嘛。有钱的、有土地的，就要斗倒。哎，没关系，到后面去，马金，马金。 来慢慢来，没关系。OK 啊，就这个啊，共产主义就是这样子啊，让它停下来就是问题啊。那共产主义就是跟资本主义的反向操作嘛。嗯，知道吗？当有钱人觉得生活空虚，穷人觉得生活很满足的时候，就是资本主义要死的时候。哦，你们要想清楚哦。所以以后你若你们在座单位有当议员的，担任内阁官员的话。 你在设计法案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件事情哦。我这个政策一出去，是让整个资本主义的运作是停滞。比如说后供个干单在哪？比如说，哎，最近环呃节能减碳，对不对？啊，我们的大卖场的温度上升两度，好不好？这样我们省很多钱呢。我跟你讲，这政策大错特错。为什么？你一上升两度，二十七度、二十八度，比我家还热，我干嘛到外卖场买东西呀？啊,啊，你做这东西要卖给谁呀？没有人去卖场，就就没有消费嘞。 没有消费，这个就垮了哎！你在做的动作是在整个经济哎。现在知道我的意思了吗？你不能单方面思考哦。你动一法动全身哦，牵一法动全身哦。你上高级班，你就要这种 Awareness 哦。对整个资本主义，你是在帮助运作这个系统，不是让它 Slow Down。所以不要当 Stupid 的官员，也不要当 Stupid 的议员。你要有 With these concepts behind 你的脑袋哦。 你要这个概念，经济什么叫活络的概念，你才可以做 right decision。除了法理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对经济基本的概念。那为什么要 against 这个 communism？就是这个原因。那因为在这样的系统里面需要什么？资讯完全的透明化，没有股市的暗盘交易，没有 inside s t o r e trading，没有内线交易，对不对？资讯透明就是这样子嘛。 没有错吧？每一家公司都要搞清楚它里面到底现在制造生产什么，现在市场是什么？就是资讯要透明，资讯透明就言论自由很重要嘛。媒体的自由很重要，不能被钳制在特定的党派里面，只能单方面不让你知道说有国际法有三百四十 treaty 不是嘛？这样就不是一个正常。所以为什么共产主义有问题？它是政府在掌控的一个 system。那我们现在一连串不管签法签什么签什么，目的就是打破这叫做贸易障碍嘛。贸易障碍就是这个东西啊。 你让这个整个会尔资本主义的轮子滚不下去，就是贸易障碍。比如说，你保护特定的在你们国家里面的产业，就是贸易障碍。所以我刚才讲那么多故事，从越战的讲到这边，就在讲这个东西。啊，高级班就要知道这个、哦，有没有意思？好玩哈、哦！大家差不多要吃饭，再五分钟，再忍耐一下啊、哦！ 那因为资本主义的，我跟你讲，连战争都消弭了，你知道吗？过去的战争一下就，哎、欸，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人越死越多呢。可是我跟你讲，在未来人死的会变少了。像现在，美国去打特定国家是怎么样？用无人飞机去打，已经不用人打了。像伊朗前阵子不是有那个，这个核子弹计划嘛？那时候吓到西方国家，就。 也是新闻，我追了一阵子，突然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听说带这个整个 project 那个头啊，有一天上班的时间之后，突然有个飞弹打来，了炸掉了。这个案子就结束了，危机就解除了。啊，你记得宾拉登怎么死？他就是关键性人物被拿掉了，然后整个危机就解除了。所以以后的战争是这么复杂的一个战争，不像我们刚才哦，大家铁多啊，请来不懂，都不是嘛。我们民政府这也是啊，法理啊。 就是比 smart 嘛，你在法律上面各方面做对了，那就这样子啊，不需要打打杀杀嘛。因为大部分的人民是资源回收人嘛，不要去欺负他们，们不要求。大部大部分人都资源回收人，对这個敏感度是没有，对政治的敏感度，对你的法理法理的敏感度没有。他每天还在上班所以对不对？吃饭所以因为每天忙忙碌碌在在过生活嘛，那你也不要去打扰他们嘛。 你上面头掉嘛？有一天他醒来，哎啊，怎么换头？那但是他还是要嘛，每天去上班嘛，吃饭睡觉嘛，所以很平和的转移，对不对？知道吗？就不需要吵啊，因为他们本来也不 care 啊，那换了什么都一样嘛。但是你们在座各位都不是这样的人啊！我说你们是关键人物，对不？关键人物知道关键的讯息啊，做关键的判断啊，所以紧紧张啊！<laughs> 好了，最后再讲一段。我跟你讲啊，没有人知道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哦，校长毕业典礼的时候讲什么话，对不对？我会注意呢。我这个人怪咖到。以前我有一个校长哈，他毕业典礼说，人一生要做什么事情，要 follow 一个 calling，calling <C alling S 2> 你知道 calling 啊，calling 就是呼召啊，救比如说有一个人天生是音乐家，哇，弹起钢琴又能作曲又什么。 可是哦，他长大过程，他爸爸妈妈跟他讲啊，出这不，不出脱了，做音乐家也,也要死了啊你归期给他做医生，所以他就很黑慕，可以逃出。没有错，他当了医生，哇、哦，台台逼哦，五子登科，有了妻子、房子、孩子，哇、哦，什么车子什么都有了，对不对？结果他永远不快乐，为什么？啊，从小我本来就是一个音乐家，那今仔日变做做医生，啊，每只刚给人看病，啊、哦，嘴巴打开，阿呢，他、啊、本来是在弹琴的嘛，哈。 只要，医生在做，如果是医生，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就不做医生跑去弹钢琴、喔、啊，他就他赶快想，我要退休，钱赚够了，赶快又回去念音乐系，去玩他的音乐。为什么？这样才 fulfill，就是满足他当初的身自己对他自己的呼叫，就本身有才能需要发挥出来。可是这叫 calling from within，就是 with 加 in within，一个是要 without，就是你以外。 比如说，同样是一个音乐家，可是他整场过程当中啊，北部离婚啊，村内弟弟妹妹跟波浪妻啊，我是老大怎么办？就算我有满身的才能，会弹钢琴，弹不下去了，马上要照顾弟弟妹妹，我要想办法去打工赚钱养家，所以那时候你就没有办法顾及自己的本身的才能的呼叫嘛，因为旁边的呼叫更大声嘛，你要马上去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那还这叫 calling from without。 或者哦，国家开始像我们现在面临这个大变革，我马上站出来，对不对？这种就是外面的呼叫嘛。那还有一个呼叫来自于天上，很奇怪，那叫什么？上帝叫你去做特定的事情，理由不详。像谁？马杰就是啊。马杰是加拿大人，在普林斯顿念神学院，然、啊、后后来上帝叫他来台湾。啊，那时候佛佛尔摩沙是一个鸡不生蛋、鸟不是拉屎拉屎的地方，他是那种先进国家来家做什么？ 可是他有使命啊，因为他上帝叫他来。他如果不来，在那边享受人生的快乐的时候，他不会快乐，因为他有一个使命，上帝叫他来，所以来台湾。他在这边传播谁干呢？他这边盖了教堂嘞，盖了医院嘞，才有今天的这些系统马街的系统医院系统,医院系统照顾不少人。他那时候狗狗一个人来台湾嘞，做这么多伟大的建设，很多学校盖起来，给台湾人知识教育。 这就是上帝叫他来的、啊。你要讲的道理没有道理啊，叫 calling from above。那我也一样，我是画家，我从小就知道我是画家，我就是以画为生啊。我想到跟你们讲话，他讲这边有都没有的一大堆 calling 啊，就是你要 calling。啊，你们在座各位也是一样的 calling。因为我当我在画画的时候，我听到台湾有了条路会走，我很喜欢笔就丢掉，我先完成这件事情，要不然我画画不下去了。 台湾人都沒了无他爸是几刚吼，我未必落去啦，我没办法享受画画这件事情呢、欸。直到有一天，如果我这个岛民进完成了，我就有责任了了。上帝如果还给我一生命，过去，我就回去画画，知道吗？哦，同样的东西勉励在座各位。好，我今天就讲到这边。